好，我们现在宣布开会，请与会人员就座。首先，我们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六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7年11月28日星期三上午九时至12时40分，11月29日星期四上午九时至11时50分。地点本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宝清等12人，列席委员黄国昌等21人，列席官员11月28日交通部部长吴洪某等，11月29日交通部政务次长王国才等，主席陈肇及委员明文。11月28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交通部部长吴洪某针对土瑞人2020台湾永续观光发展策略历年执行成果及未来规划说明等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及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本日会议所列各项议程合并询答，均经交通部部长吴洪某等报告后，既有委员郑宝清等15人提出质询，均经交通部部长吴洪某及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决议108年度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及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委员提案截止收件，本周四进行处理，通过临时提案一项。11月29日讨论事项，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及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决议一。本日预算审查结果照例或照协商结论通过。二、108年度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及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均审查完毕，内容如审查结果。审查结果：交通部、中央气象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43项，中央气象局原列12万元，改列为62万元；第三款过费收入第116项，中央气象局原列1730万8千元。改列为2595万7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56项，中央气象局218万2千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5项，中央气象局20万元照列，税出部分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3项，中央气象局原列20亿8085万4千元，改列为20亿8035万4千元。本项通过决议22项。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45项，运输研究所11万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58项，运输研究所138万9千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7项，运输研究所70万元照列，税出部分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5项，运输研究所原列4亿1734万3千元，改列为4亿1434万3千元。本项通过决议15项，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议事录确定。好，现在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首先介绍陈雪生委员，好，我们郑宝清委员，好，我们叶怡晶委员。我们同时介绍在场的各位交通部同仁，我们介绍交通部政务次长王国才、王政次，我们民用航空局林国显局长，公路总局陈彦博局长，观光局周永辉局长，铁道局胡湘林局长，台湾铁路管理局张正元局长，我们高速公路局赵兴华局长，运输研究所林继国所长，我们航港局谢卫军局长，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魏建宏董事长，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吴宗龙董事长，桃园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由洪玉芬副总。另外我们中华电信张淑林副总，张副总好。另外我们台北市政府捷运局陈耀维副局长，好。我们高雄市政府捷运局施美美总工程师，好。我们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的陈哲文局长，陈局长。
们内政部移民署叶美华叶科长，叶科长好。另外我们行政院足迹处的曾焕栋专门委员，好，谢谢。那我接下来请议事人员宣读本日会议的议程。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公路总局及所属、观光局及所属、铁道局及所属单位预算及交通作业基金民航事业作业基金分预算，以上六案合并宣达，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就直接邀请交通部王次长来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以下我来报告这个交通部及所属民用航空局、公务总局、观光局及铁道局108年市政计划单位预算及民航作业基金的报告情形。交通事业是攸关国家的发展跟民众的需要，那本部以交通服务为主轴，人的安全是我们的这个市政的主要目标，善用智慧科技，跨域多元整合各个资源，结合前瞻思维的创新力跟执行力，完成各项交通建设。航空运输所要重视的是飞航安全，为提供更安心民航的运输环境，民航局持续督导航空服务提供者落实安全管理系统，并精进航空保安体制，加强机场空侧安全及管理，确保飞航的安全。同时，依就机场整体规划跟场站进行准备升级，更积极发展智慧绿色航空运输，完善民航人才训练，获得民航专业能量，增强民航运输服务品质跟竞争力。另外，为构建完善的公路公共运输，公务总局积极强化转乘接驳，推广偏乡幸福 bus。配合空污政策，推动市区公车电动化，监理业务则持续朝创新便民的方式来执行，持续推动淡江大桥、台九线树花改、南回公路改善、花东纵谷景观大道、生活圈省道建设等重大建设，精进公路防灾预防机制，提升铺面品质跟整建整个道路安全的一个工作。在观光方面，建议昨天晚上已经破了1000万哈，在今年已经达标。那我们希望说再继续往1100万来走哈。那来台旅客的旅游模式逐渐向自由行跟行动通信的蓬勃发展。那观光产业是从需求导向，从而提高差异化、在地化、深度化的这个体验旅游。那为掌握台湾观光转型的契机，本部也研定友善旅游环境，开拓国际市场，活络国民旅游，辅导产业转型，扩展包机跟邮轮等五大策略，打造台湾为亚洲的优质的旅游的一个圣地。铁道局的业务跟区域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哈。那铁路局是以优质铁道运输的共同创造者为使命，努力打造永续经营、国产化、结合都市发展的铁道运输系统，更系推动各地区重大铁道跟捷运的建设，并致力在新兴轨道的这个计划的新建、审查、技术规范的审定跟战区开发等业务哈，来促进这个整个轨道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以下这个包括交通部跟民用航空局四个所属机关108年的主要预算的编列内容，我请那个会计处张处长向各位委员提出报告跟说明，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跟指教，谢谢。好，我们谢谢王次长。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交通部会计处张处长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本部主管108年度预算编列情形，除了上周已经审查过的这个气象局及运验所外，今天针对其他的单位预算，还有交通作业基金项下的民航基金进行询答。那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利用下面几张投影片，先就主管的部分做整体的报告，之后再就个别单位的状况做说明。那第一张投影片，其实这边显现的是我们的预算组织结构。
那主要今年较去年增加铁道局一个单位预算，不过它是配合这个大院这通过的组织条例而设的，整个预算规模在整体而言并没有增加。那主要是把以前用工程计划用人的方式改为正常的编列模式，所以这个公共建设的支出有减少，可是一般的行政支出有表象上的增加，实际上并没有增加。那第二张表，这边谈到的是我们整个主管的税入，较去年增加6.77亿。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台汽客运做清洁，它缴了5亿元的这个缴库。另外啊，这个气燃费我们也增加了2亿的收入。那当然，刚刚讲的这个台汽客运清洁之后，我们还有编一些它的这个房舍的基本维护费，必须要增加大概700多万。那这个也是必要的支出。好，那下一张，是我们整个主管的税出的预算，那总共编了820亿，其中包含基本运作需求201亿，公共建设606亿，科技发展11亿。那大家这边可以看到，主要公共建设增加了72亿多，是配合进度需要而增加的。那基本运作需求呢，本身是净减的啊。那当然，这个地方假如看到详细的内容，其实我们事实上还要再加回。我们对北高这个所谓的以前编列一次性的补助气燃费不足数34亿多，加回来之后，其实还要扣掉我们有一些人事费，譬如条带申算，譬如刚刚讲铁道局，或者是高公路局，他们有关配合改制那个基本上他的待遇的调整，所以那些加加减减之后，其实上我们大概净增大概有7亿左右。不过这7亿里面大概主要用在哪里？一个是铁道局回归正常预算，原来由公共建设资本支出移编的业务经费大概就4.27亿，然后我们还办理台湾这个新车安全平等的计划有2亿，然后公路总局要增加台九线苏花公路及南回公路改善通车后的一些相关营运经费1.43亿，所以整个看起来，扣掉这些必要的支出之后，我们其他的经常行政经费是减少的状况。那第四张投影片是今天虽然没有审查，不过这是国营事业的。那整个来讲，我们的总营收是增加的，啊，那整个净收除了那整个的净利除了台铁局是有亏损以外，其他都呈赚钱的状况。那当然台铁局也尽量在减亏，不过因为它增加人力，所以难免亏损的东西是无法完全控制。那另外它的缴库数主要是这个。因为盈利事业所得税啊增加3%，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减，实际上对国库的贡献是不减反增啊，因为我们有缴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那固定资产投资呢，是照这个实际进度上需要去编的。那转投资的部分呢，主要是配合新南向，所以有一些增加啊。那下面一张表，这张是非营业作业基金。那是我们本部有两个基金，一个就是交通作业基金，一个是特别收入的航港建设基金。那作业基金的部分呢，收入的减少主要是高速铁路相关建设基金，因为它的这个土地开发计划预估要办理结算，所以土地销售量减少，那也同步减少这个它的盈余，它的剩余。那另外为了有效调度国库的资金啊，这公安发展基金看起来是有所减少，可是主要是因为考量它这个。自有财力足以负荷，所以国库减少拨款所致。那至于公务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本身就是配合实际进度。那最下面这一栏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航港建设基金它的那个62.19亿是固定资产投资，其实已经编在这个业务总支出，就是基金用途项下啊，那边只是为了让各位了解它的整个支出的全貌，所以把它拉出来，特别再重复显示一次啊。事实上，它摆在基金用途的部分。OK， 再来下面一张是我们的前瞻计划。前瞻计划的第二期总共编了581亿，包含108的248亿，然后109的332亿，叫第一期是有所增加。不过这都是配合进度上实际需要，因为依照工程进度，还有依照新兴的计划本身也经过可行性综合规划，然后迈向这个所谓的工程建设，所以经费其实是有酌增。不过这都是核实去编列的。那是下一张，那再下来，这是我们本部部长前曾于部大会做过报告，我们的这个施政目标。那这是依据这个院长赖院长这个均衡台湾安居乐业生生不息三大施政方针
并且秉持他这个诚实面对、务实计划、踏实解决圣餐原则的态度啊。那虽然碍于人力、物力、财力与时间，考量施政的延续性，无法立刻达到最好，但仍持续就落实交通安全、提升管理效率、精进服务品质、善用智慧创新及追求环境有序五大施政目标，努力追求更好的成果，然后并配置必要的资源。那下面这张表，就凸显这五大部分的施政主轴所编列的这个情形。那包含交通安全135亿，管理效率1028亿，服务品质119亿，智慧创新77亿，环境永续39亿。那这些东西加上下面我们的小字的部分啊，这些总共有1300多亿。那不过还加上我们一般需政务支出来支应，来完成这些施政主轴的这些相关经费是122亿，还有基金的经常性营运，譬如像邮政总局的这些经常营运的有3853亿。所以整个我们本部主管今年108年总共的支出规模是5375亿余元。下一页。那以下这几张表都是我们这五大施政主轴的个别细项，那我就不一一的宣读，请各位委员参阅。这个第一个是落实交通安全，下一页。那这边是提升管理效率，下一页。再下来是精进服务品质，下一页。再下来是善用智慧创新，下一页。再下来是追求环境永续，好，再请下一页。那以下我就各个部分单位预算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再下一页。这个本部的税入跟刚刚前面主管的税入说法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不再说明，请各位参阅下一页。那这边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支出到底增加些什么，因为本部主管总共净增49点多亿，那主要是增加这个刚刚讲的台湾新车安全平等2亿元，然后还有台铁购车计划就要89.94亿元，那当然也减少了刚刚补助地方政府气燃费短少补助34.76亿元，还有国内商港是按照计划进度减列了7.56亿元所致。那请参阅下一页。那这边就是我们的部里面编的一些绿色轨道公共运输的这个经费情形，请参阅下一页。那下面是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的这个编列情形，也请参阅下一页。那这边是离岛与偏远地区的公共运输服务，那当然基本上是建设经费虽然有减少，不过这个是依照实际进度而编的，所以最未来假使有进度上来了，我们当然会配合来编列。那下一页。那这边是道路交通安全我们所增加的这个经费的情形，请参阅下一页。那再下来是民用航空局，下一页。那这边基本上民用航空局单位预算本身大部分都是人事费业务费大概只有简单的增列，依照标准依照行政院主席总处规定的标准增列一些维护经费所以它基本上跟上年度持平，下一页。那所以它的主要作业都在民航作业基金，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业务收入和业务外收入都有呈现增加，那主要的成本支出大概都在因为要帮忙这个通关的迅速，所以需要雇用一些保全协助通关的这些经费在这边大概有214人1.43亿元，然后另外它因为资本建设的更新有很多折旧必须要增加，也又增加了1.42亿元，所以整个来讲这个总的净剩余并没有增加很多，是因为这两样支出所造成的。那至于构建固定资产，当然还是一样配合实际进度所需要来编列的，那请参阅请下一页。那公路总局呢今年的预算较上年度是增加39点多亿，不过它主要的还是下面的主要增减原因主要是生活圈、西滨后续、台九县苏花改、台九县花东、景观大道等等的建设经费就增加37.65亿，然后另外刚刚也强调过的台九县苏花及台九县南回通车这个维运等这个经费就1.43亿，那另外当然有配合我刚刚讲的人事改制还有调贷的申算有1.57亿所以造成的，那实际上并没有其他的额外增加，那请参阅下一页。那观光局呢基本上较上年度为减少它的减少主要是因为有一个一次性的特跨域亮点及特色价值计划9.27亿元做完了，所以减少。那另外这个国家风景特定区的减少则是依照进化进度来处理所以减少了10.37亿。不过政府呢在对尤其我们部里面在对这整个观光的重视度，我们是透过了这个所谓的观光发展基金，然后航港局、
公路总局、高速公路局及港务公司等，我们针对这些观光发展的努力啊，共同编列了啊办理这个国际市场活络国民旅游、拓展包机及游轮友善旅游之低碳生态环境等相关计划，总共编了88亿5000余万元。那较上年度相同基础，其实是增加了11亿9000余万元啊，增幅大概有15.67%啊，所以请参阅下一页。那铁道局呢，基本上它的经费呈现刚刚讲的下降，那当然就是它配合回归正常，所以人事费、业务费编的比去年看起来是多，事实上是由资本支出计划改列的啊，并实际上我们还是本准决原则依照实际进度来编。那以上这样的一个内容，请参阅下一页。那最后，本部及所属民航局、公路总局、观光局、铁道局108年度预算的筹编啊，都是本准节的一般经常性支出的原则，然后来配合各项施政重点。那所以还是酌请各位委员能够这个大力支持，谢谢。好，我们谢谢处长。好，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询答时间：出席委员8+2分钟，列席委员4+1分钟。暂定10:30，我们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请于10:30截止。临时提案，请于10:30前提出。交通部、民航局、公路总局及所属，观光局及所属，铁道局及所属单位预算及民航基金非营业预算委员的提案，请于中午12点之前提出。我们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之郑宝清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请次长好吗？我们请王次长，代理部长，郑委员长。哎，何定啊，没有。我看吼，你足像个大联盟迄款呢，大联盟的小熊队迄个有一个叫做吼 Rob Brist， 你知道？你知道这個人哦？你知道这個人不？我知道有很多工具人。是哦，很多工具人。对，以小熊队 MVP 啦，最有大联盟里面最有价值的球员。MVP， 为什么当 MVP？ 代理部长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守一垒可以，二垒可以，三垒可以，内也可以，外也可以，全能的球员，全能的球员呐、啊、吼！我发现到你做代理部长吼，我看你吼在这个任内吼，民党上来以后，哇，你代理太多了呢，你陆海空通通代理过，从邮政、港务。到这个中华航空，那么又做圆山公司的代理董事长，连那个所谓的观光饭店嘛，拢代理过，现在又代理交通部长嘛，对不对？对，你有成那个工具人啊，大联盟里面的工具人，你现在已经变成交通部的最佳工具人，是没错，没错，还是我现在是工具人，没错，工具人哦，你想你去度假拢会使，陆海空都可以去做了。这个次长，这个会不会很快的争取部长？我觉得比我优秀的人很多啊！我现在就是带你先把我看你这哦，这你看这哦 ，Rob Brist 赶快呢，上面哪一垒都可以守，内野外也都可以守，所以这个在教练的调度上面就特别方便。不过一般工具人还很少变成主要投手啊，是真的。不会了 ，MVP 他不是投手了，他是还是代理啊，对吧？一般很少他变成那个主将，很少到。主将哦，这主将 MVP 就是最重要的人啊。他是代理的主将，但是没有真正的。就是他是最有价值的球员呢。是。你变高中外面最有价值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所以你们可以工作哦，优秀人足侪啦。我看其实你要去当部长，我们不意外呢。我嘛是怀疑乐观其成。市长，你对这里有什么期待？啊、哦，没有期待，没有期待，就是对自己没有期待，得了？人生哦，我的成就不会超越自己的期待。代理每公司的成就不会超越自己公司定的目标。对，每一个我代理的，比如现在是盐山饭店，就把盐山饭店做好嘛，就这样。
啊，你代理足济啊，你看燕山饭店啊、中华邮政啊、港务公司啊、中华航空，逐行拢代理过，啊。对。那叫你做部长，你做会好啊未？这较要紧，因为你都代理过，所以都懂。有没有问题？如果现在讲了，现在不要讲说了。如果上面认为说，哎、欸，你做部长，你自己有没有评估一下可不可以升任？有没有信心？你们谢松都要问你有没有信心？报告政委，这假设性问题不能随便回答。我问你讲，你我都有没有信心做好这个位置啦？你现在伫代理啊呢？你现在不是你现在用代理部长啊呢？哎，可不可以把这个位置做好？代理部长这段时间一定要把它做好，要把它做好。对，这段时间一定要做好。我们希望能够做好了，好不好？是，没问题。这人民期待很大哈。是，我尽力。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完了啦哈。但选完了以后，我们特别恭喜陈雪生哦，他们那政党大胜了哈。那这个大胜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听有啥问题呢？今嘛三手线跟高雄轻轨都要说要停盖。市长，保定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知道，是，我知道。你知道哈？我知道。那这个很严重，就是当然现在三手线还在评估阶段，就花掉1500万就还好了哈，就编1500万。但是高雄轻轨已经花了38.72亿，这些钱不盖的话，保定你管不要处理。我个人是觉得在新建中的计划要把它完成。那高雄它现在在北谷山发生一些问题，我们交通部全力来协助。我是觉得如果在这个居民对平面方面有很多的反对，我们来考虑一下，比如说部分地下化的方案可以来处理。那这样比较不会浪费公帑。对。然后三所线的部分，因为它现在是在审查阶段。对，那个我们倒没有意见啦。对，我是觉得还在评估阶段，不做这个都我们都还好。问题是高雄轻轨一下子要花，已经花掉了将近40亿啊！我是觉得这些都人民的血汗钱啊，他应该是往前走了啊，困难大家一起来解决。然后这个所以交通部还是希望高雄当选的韩市长能够继续做，因为已经花这么多钱了哈。那个而且只是北端的路线有一些困难嘛，那就来克服比较重要。我是觉得说争取一项建设很不容易啊哈，像包括政委员、那陈贤委员都争取这么多，一下哇，这个过程这么辛苦，不要一下就把它否决掉。是啊，这个要做一个建设，大概我们事先做了很多的评估计划，对不对？是，甚至于做了花了很多，这个我讲这个钱还没有花，还不包含工人人力的支出跟时间的支出，是，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啊，这个交通部啊能想办法跟高雄沟通，会，我们然后该做的应该就让他做。当然，我们请写生做代表去沟通一下。卢市长说：“谢谢总统啊。”好来，部长，我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华果发生了黄背心之乱，你知道吗？已经有一个死亡，229个受伤。嗯，是。你知道为了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就油价的部分。对，油价是。那油价为什么油价会涨价？除了国际原油涨价以外，哦。所以我为什么我提案说叫我们台湾不能够涨价？因为中油赚太多了，前9个月法定盈余90亿，中油赚了456亿，这行贿解禁，所以我坚持说不能涨价，只要降价。那么后来啊，政府接受我们的建议就不涨价了哈，不涨价。那么当然这个跟选举无关，最重要是中油不应该赚这么多钱。那么同时啊，我们知道油价上涨，所以燃料税就不断增加，对不对？是。有对，所以好，这个他们就认为相对剥夺感就太强，对不对？他们从1.36块欧元涨到1.6块，那么柴油从1.24块涨到1.5块，哈，涨了21%。那么再加上持续以环保、绿能、反空污为名征这个所谓的燃料税，所以啊，这个造成啊整个这个百姓的不满。最近哦，我们的立委很关心我们的燃料税的问题。燃料税的问题，我定啊，是这个燃料税的问题。我们现在计划燃料费啊，要随里程征收，对不对？这个在可行性研究啦，就是说，我看到发布的消息是说朝这个目标方向嘛。这研究看看，因为过去就是随车征收，有很多人觉得不是很公平嘛，哈，有的人不用车的，他缴的会跟每天用车一样，所以有一些改革了。那燃料费的，比如说改
这个到底要怎么来处理哈？这一部分会到明年中才会有一个结果。对，我想你像做代理保定了哈，我们做任何的改革都非常慎重啊，因为哈还没有改革，没有成功，用西骗人啊哈。所以我说啊，我们这个燃料税啊，燃料费啊，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名字，这个立法院都讨论很多了。那如果说因为水油征收，或者说水里程征收，但水里程征收有可能是比较周延，但是问题它征收的这个方法跟所有征收的这个手段都非常的复杂，非常困难，对，对嘛？虽然每当去立这个法老公，我这个很复杂，我花的经费可能都比你征收的钱还多，这个不是真正好的政策，没错。一定要可行，然后简便呐、啊。对啊，要简单就很容易啊，我很容易知道缴多少钱。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用燃料费这个都有问题。像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电动摩托车，以后电动汽车会越来越多，大概趋势啊，全世界趋势。很多国家到2025就不开始不用燃料机了。对。慢一点，2030一样会彻底禁绝这个燃料机的使用。所以啊，我去想哦。对燃料费啊，我想如果还没有定案之前啊，不要随便对外面发布，好，造成人民啊人心的浮动，好不好？是 是好。啊，接着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桃园铁路地下化的进度现在情形怎样？现在桃园铁路就是现在大概明年一月会提综合规划报告，那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环评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加速办理的，好不好？一页的环评做好就送环保署这样。现在台湾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太慢，是建设的速度太慢。嗯嗯，速度越慢啊，国家发展就越困难。嗯嗯，所以希望啊，这个我们对这方面、啊、能够加快速度，好不好？我们主动来跟环保署来跟他说明，这样好吧？跟他甚至说，如果有些委员需要沟通，我们主动去沟通。对，我想这些动作都要提前做了，好，不要等到时间到了才去做。那又耽误了很多的进度了。好，我想哦，这个百姓哦，都希望能够赶快做建设，赶快对台湾的发展、经济发展有利。没问题。我想这是大家想太多的期待了哈。没问题，我们就全力赶快来加速。当然了、啊，我想我们的这个代理部长哦，你是交通部最佳的工具人，那么希望能够再努力，尤其不管怎么样，在今天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把交通部部长的工作做好。没问题，对，我代理期间会全力来做，没问题。好，是，好，谢谢，谢谢政委。好，谢谢郑宝清委员。接下来我们邀请叶怡津委员发言。请次长，好，我们请王次长。然后等一下还要请公路总局哈，或者在讲到相关局处的时候再请出列。啊，叶委员早。次长早。执政党败选，交通部要分四分之一的责任。我们执政党无论是立法委员还是行政团队呢？在这个地方是全部的部会里面最最没有意识形态的交通部会，对不对？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民生议题，为什么负四分之一的责任？就是食衣住行，行我们全包了。所以这次的败选呢，要知道民怨之所在。不是只有发生事故，普悠马号部长下台。是我们整个交通部会造成的民怨也相当程度的累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这个检讨的心情，好不好？没问题。好，来，那我们就开始哈。其实除了监督你们质询以外呢，你们做得好的，我们也会给予鼓励奖励哈。比如说我们交通安全的改进。这个数字很明显，你们是有达标的，我们是有降下来的，一年降了5点多，死亡人数呢，事实上也都有下降，是该肯定的要给你们肯定。但是除了死亡人数下降，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受伤伤亡，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检讨。所以呢，我们就像你们所今天报告的，在这整个其实事故的伤亡里面，伤亡最大最多的还是机车，年轻人，对，还是骑机车哈。所以我们先来检讨一下，特别让人家痛心的是，机车的伤亡绝大部分还是年轻人，18到24岁。这里面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样今天想跟你讨论的是自摔路滑。这个路滑无论是你道路的坑洞，或者是道路的标志，或者是标志的这个抗滑不够，系数不够。我们先来说哈，我们的标志，这是标志，结果你看这再明显也不过，就摔在标志上面，这个标志的抗滑不够。这个我知道公路总局也做了努力，我们的这个抗滑的这个标志的抗滑系数呢，从45 BPM 要提高到50 BPM， 对不对，陈局长？是。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运输研究所他有说这个路道路的标线的抗滑力会随时间衰减，甚至标志抗滑系数高的时候，它达到止滑了，可是它的标示的清晰度会下降。我们怎么取得那个 balance 平衡？请问，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刚才委员特别提到，当然你如果抗滑系数增加以后，它为了提高它抗滑，它所以里头会放一些玻璃珠哦，但是玻璃珠放多了以后呢，它那个反射啊的那个情形就不是很好，所以也就会造成是说在这个光线啊或灯光比较昏暗的时候，它的反射。怎么取得所以呢，原则上呢，我们现在大概这样也经过相关的一个研究啊，研究以后呢，我们现在把它折中。由原来的45条到这个我已经说了哈，50。那对于这种会因为这个玻璃珠放太多，它的反射能力比较差的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恐怕就要加强相关的一个照明的一个指示。好，好，我认为抗滑比标志清晰还重要了，因为标志清晰可以用照明来补救嘛，你刚才已经说了。所以呢，事实上，交通部你有委外的研究也说哈，山岭山丘区要提高50 BPM， 然后反光级等提升，都会区要到55，因为都会区骑的人多，更需要更大系数到55 BPM， 那平原50。像这样的，你们委外研究了，研究结果出来，你们有没有照办呢？还是只是研究参考而已？是我跟委员报告，因为相关的研究出来，还要在现实的这个各跟地方政府还有现况去做一些讨论。所以呢，我们讨论完了以后的结果呢，回过头来，当然就是现在是以50为一个标准。那相关研究里头提到的，在都会区是55啦，在丘陵平原是45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大概也有回馈回来跟这个研究单位讨论，那也获得研究单位的认同，所以采行现在采行50。研究够了，现在要落实。是，次长、局长，我认为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应该去，现在都是大数据，你们应该去从大数据里面找发生事故比较多的路口路段。去特别研究这个地方的防滑系数够不够，这个地方是因为标示不清造成事故，还是因为抗滑系数不够常常自摔滑倒，这才是重点。美国人家已经这样做了哈，美国就是照这个透过大数据然后分析道路，甚至他们因为这个化久了，它的这个抗滑系数也下跌，所以呢，它到底什么时候要重化？你不要
每次这个地方比如说台北市钱多啊，每天就在那里画台北市的，然后呢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画，他必须要有一个数据优先顺序，用数据用电脑来帮你过滤。你们有没有这么做？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么做？是，我想委员这个建议很具参考价值，我们会按照这种方式来做，这样才对哈。就是到底什么地方要赶快去加强重化补强，这个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哈。那另外数据会说话的这个地方常常滑倒，那当然就要赶快处理，好不好？是是。好，这个等一下我会做一个决议要求你们做了哈。来，再来，最近很夯，你们也不断的在推广，叫做防御驾驶。其实啊，这跟坦白说，依我的经验，我认为跟教你开车骑车的很有关。比如说我教我开车，我在美国当留学生的时候会开车，教我开车的是开飞机的，开飞机的哦。所以他教我的观念说，不是用油门，不是用刹车控制速度，是用油门控制速度。好，就是防御驾驶的意思。你不能踩着油门看到状况才踩刹车，不是这样。你是随时放在刹车上，用油门控制速度的。哈，来，结果我们刚刚说了，机车是事故最多、伤亡最大的。所以你们为了要教导防御驾驶，你们就要求拿驾照以前要上道安课程，对不对？是，很好。可是呢，听说你们讲师费，我刚刚说了，教的很重要，教人的很重要。你们讲师费听说一个钟头250块啊，哈，就是最低工资的意思吗？啊，是不是？一个钟头250块，没人要来，所以都是你们同仁自己兼，是啊，也没有人要兼。一个钟头250块，没有人要兼，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行礼如仪，叫做道安课程，睡成一片。来看这一张，今天在捆，啊，在明显不？这个玩手机，来躲在后面，这两个玩手机，这两个。聊天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在聊天呢，哈。这个在玩手机，你看他头，可能还在听手机呢。这两个，这个大辣辣的就睡给你看，老师在前面第二排而已。局长、部长，师资哈。我看哦，要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呢，要找那种有趣的人来讲。像人家现在网络上一大堆补习班的老师，那全场大家精神奕奕，为什么？因为风趣、幽默、有趣、寓教于乐。改进一下哈。除了这个以外，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经验：美国在学校里面教导交通安全怎么做。你不要放那种什么文字的那种说明啊，或者什么卡通啊，对年轻人一点吸引力没有。你要怎么样？你要用实际的案例。那比较好玩一点。我没有要你po那种血腥的画面哦。你可以打马赛克，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这个不是在跟你说教，这是事实会发生的事情。你让他看到说，开车滑手机。撞了以后的结果，一张图片，惨状。当然，如果有血肉模糊的地方，你必须打马赛克。但是旁边就要很具体的写出什么时间、车祸、伤亡的程度，这种才能够让他警觉，说这是真的，不能开玩笑的啦。好，稍微改进一下你们的教学方式，好不好？是，好，我们会来做改进。是，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还是要期待你们哈。这个所有的改进呢，必须要接地气了哈，不要再只有自己委外研究一大堆，然后呢，
人民无感甚至于反感，哈，这个很多要检讨，我们以后再慢慢说哈。谢谢。谢谢。好，谢谢叶金委员。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李坤哲委员发言。啊，谢谢主席，请一下次长。好，我们请王次长。还有张正远局长、胡湘林局长、周永辉局长、周局长。啊，李委员好。次长您好，我首先请教一下台铁局张局长，有关于台铁的台北电务段，预计在明年的三月要解雇，就是啊，聘雇到期。到二月底截止啊，所以在三月的时候有51位资深工程助理啊要予以解约。那这些资深的工程助理啊，他们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他是负责相关的行车安全，有关于耗制以及平交道相关的设备安全的维护等等。那最主要的是这个经费是铁道局的专案的经费来聘雇的。那这个专案已经在明年二月要结束了，但是这个专案的经费结束，但相关的这些资深的工程助理、相关的台铁人员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都是工作10年、20年以上的。那这样的一个解约，对行车安全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相关台铁的这种师徒制。他们要带领一个新的徒弟啊，来了解相关的状况，至少要3年以上。那这样的状况，台铁如何处理？来说明一下。好，谢谢李委员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并没有要解雇这51位资深的同仁，他们是用这个工程管理费来雇用，他们算是临时人员。但是呢，有的工作了10几年，工作各方面经验表现都非常的好。那刚刚委员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是因为工程管理费就是跟着工程计划来，铁道局的一个专案的一个经费，那铁道局的专案经费已经要结束了，是。那么相关新的经费来源要从哪边处理？我们从其他的这个建设经费，要从6年行车安全改善计划里面吗？ 是。那6年行车安全改善计划，它主要内容是以设备为主，那相关的人士这个部分有其他有找到相关的经费来源吗？我想我们回去，我们这两天也有在处理，会从其他的工程管理费或相关的经费来挪用来匀资了。哎，那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关系到我们相关的灯号号制，还有平交道相关的管理及维护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必须要落实的做好。另外，有关于我们12月20号台铁局要针对啊。增加夜间养护时间，所以啊，必须早晚班次啊，要减班的这样一个状况。在今年4月的时候，我已经主动给台铁局啊，增加夜间养护的时间，现在又要再增加一次，就是啊，要增加养护以及维护行车的安全。那相关的减班到底是减9班还是减13班？这个关系到很多的。通勤的民众，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来，简单说明一下。好，谢谢委员。我们最主要这次是要增加夜间养护的时间带。上次非常感谢委员，我们在4月份调整过一次，当时呢调整到4小时，但是呢我们检修同仁觉得4小时是不够，现在要增加到5小时。我们希望到5小时，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最主要是配合这个夜间时间带的微调。那我们大概有2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把部分的，利用率很低的、比较没有效益的班次呢停驶，大概有5班，另外8班呢，我们是调整它的列车的行驶的区间，来做13班的一些微调，就是5班可能就是要减少，是8班来做区间时间的一个弹性的调整，是减少停靠的站次。那这对上班的人影响非常大，我们有做过相关的数据分析吗？影响多少人次，要做如何的调整？对，跟委员报告，这些我们都经过大数据的一个分析了。好，最主要的是说相关的，我们要经过数据的分析，了解这些上下班辛苦的上班民众，他们搭乘台铁的相关班次啊的需求性。
在过去我们针对啊接驳系统只有在区间事故的时候会请公路总局协调相关的客运啊来做相关的运输的一个辅助，来陈彦博局长，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接驳，台铁局跟公路总局有针对相关的接驳有做过开会讨论，有提出相关的对策吗？是，我想这部分我们已经那个跟台铁局有充分的讨论哦，然后也我们会局里头会配合台铁哦，他们充分的讨论局里会的，我不要听这个，是你们具体的做法是什么？这个目前正在跟台铁来讨论，12月20号就要正式的简单。那原则上呢，我们会采行大概两个做法，是委员这边所提到的，大概会有 DRTS 弹性的这个小黄或是八公车的提供。那另外一方面也会就市区或公路客运延时或是延后收班的方式来衔接它，这因为要维修带所产生的停驶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会用这种方式来做。那个张局长，我要提醒你啊，有关于缩减班次，要调整增加夜间养护的时间，不是只有台铁的管理阶层啊自行做决定，必须考虑到旅客的相关运输，而且必须要跟工会来讨论，因为不同的车辆、不同的车种，它相关的维护都有它基本的一个知识跟需求。这个必须要跟工会去讨论，你才知道相关的养护时间，还有相关劳工他们必须休息的时间。你现在讲的时间带，除了养护的夜间养护的时间带之外，劳工休息时间必须具备基本的时间带，这个都要考量在内啊。对，这个我们会全盘考量，也会跟我们工会跟我们的同仁来讨论。好，这个陈彦博局长跟张振远局长必须针对减班之后相关的大众运输的接驳，公路总局跟台铁局必须要赶快提出啊明确的一个对策。现在是不是10月20号就要正式的减班？目前我们正在这个后续的作业，我们讨论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对外宣布了。对，那你在之前你必须要明快的对提早提出相关的接驳的一个政策对策出来，而且要有适当的一个宣传呐、啊。对，我们这两天就会积极的来，要赶快提出来讨论。对，针对事实来讨论。对。好，我请教一下王政次。是。现在我们对于啊青年旅游，在日前啊，我正式的要求交通部针对青年旅游的部分要提出对策。是。现在暖冬旅游有关于高屏宜花东相关的这些补助正在进行，其实都有初步的一个效果。是。那现在我们针对要扩大暖冬旅游的补助啊，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是不是一次性的补助？是。我一再的提醒你们，要针对建立区域的旅游品牌，而且要能够针对相关的首领以及青年旅游，必须要提出明确的政策。后来我知道你们回去观光局有提出相关针对青年旅游的有提出具体的做法，但是被交通部退回，这个状况是如何？简单说明一下。我跟李远报告，就是说暖冬旅游现在进行非常好啊，哈，就是那个宜花东跟高屏的部分现在都反应非常好。那观光局曾也提了一个计划，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对于青年的部分也把它加强在暖冬旅游，所以他现在有提一个计划，是扩大暖冬旅游的一个计划。那吴部长是希望说里面会更所谓接地气，让大家更感受到，所以请他们做一些检讨。那这个方案会再继续来讨论。现在暖冬旅游它初步的一个效果，我们看到日本北海道是日本的单位也提出相关的补助，他们提出80亿日元的针对日本的国内旅游啊，北海道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国内外旅客的补助办法。是。那现在我们也要针对台湾的旅游啊，针对暖冬旅游提出具体的宣传啊，要建立区域品牌，要做好行销，要做好相关的，让旅客的重回率能够提升。那现在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暖冬旅游，现在除了宜花东高屏之外，是不是要扩及全国来说明一下？
目前是有这个一个方案，我请周局长跟您说明。来，周局长简单说明。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有考虑到这个特性啊，希望能够在农历年之前能够活络一些国民旅游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也觉得青年30岁以下的活动力比较强，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到这个比较具有特色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计划还在评估。那你基本上要区分为30岁以下跟30岁以上，30岁以上有这个家庭的亲子旅游，以及啊30岁以下青年的旅游。那当然还有60岁以上首领的相关的政策，那相关的补助的啊以及推动的方向来说明一下。因为整个还在沙盘推演中，所以我们到最后还会跟委员报告。我初步估计，我们针对暖冬旅游、还有首领旅游、还有青年旅游，整体的一个推动经费至少要20亿新台币。那这20亿相关的经费，请教一下周局长，我们有针对这个去做评估，相关经费的规模以及相关经费的来源吗？对，因为这个预算的筹措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提高这个 CP 值嘛，所以我们希望有几个部分还在考虑，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在研议。好，不管是暖冬旅游的补助，或是首领旅游以及青年旅游的一个推动，都必须啊是针对观光产业。第一，一定要建立区域的旅游品牌；第二，建立这些旅客的重回率必须要提升。上次我有具体的建议来做，像参考日本的荣誉市民证。你这一次例如你来高雄市旅游，我们就给你荣誉市民证。你下次在一定期间之内你再来高雄旅游的时候，我们相关的住宿的优惠，或者是相关的主题区你本来要购买门票的，都可以给予优惠，来作为一个具体的一个提升。这个交通部观光局有没有相关的政策？跟而不是说一次性的补助，一次性的补助你会造成地方政府跟业者的相关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要等待补助。我们是要扶持观光的这个产业，所以你区域的旅游品牌，你相关的推动套装旅游路线都必须要精致的一个推动。我们也希望能够跟社区营造结合，那么这个部分也确实希望能够地方产业，那我们也会有一个 logo 去来推动。是现在已经不是社区营造结合，现在是跟地方创生结合。地方创生你必须要跟文化的创生还有农场的创生来做一个整体的配合，来推动相关的观光。是好，那在这边我最后请教一下王局长跟张局长，普悠玛事件发生到现在，造成社会极大的冲击，也造成伤亡者家属啊永远的伤害。相关的初步报告已经出来了，那整体的报告什么时候会出来？调查报告，那个请副局长来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初步的这个事故原因分析，我们在上个礼拜做了提报。那最近我们正在整理有关于相关问题跟改善的这个建议。那这一份改善的建议会在下个，应该在下个礼拜或下下礼拜会把它。下个礼拜或下下礼拜会提出来。有关改善建议，不过整体的报告现在的期程还要再经过小组委员讨论。王市长跟张局长，那台铁相关普悠玛事件的行政疏失、相关人员的失职的惩处什么时候会出来？好，跟委员报告。目前呢，我们是调查报告刚出炉，那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些原因，我们来改善。我们还是先把改善做好，把安全做好。那至于未来的这个责任归属跟行政的这个调查、行政的处分各方面，目前我们还没有开始进行。目前都还没有进行。是，我要提醒张局长还有王市长，你们怎么对社会交代？相关台铁局失职的人员没有进行惩处，你怎么对相关的罹难者、受伤的民众、他们的家属，你要怎么去交代？我跟你有报告，就说惩处一定会惩处了啊，主要是说让这个调查的状况更清楚，然后才知道这个权责确实是怎么样，因为现在
还有很多疑点现在都在还在调查当中，但是调查报告告一段落，有明确的这个因果关系以后，那个台铁局张局长这边会来做一个处理。哦，张局长，是王局长，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们，赶快针对失职的人员，必须提出明确的惩处，要对伤亡者的家属要有交代，对社会也要有一个交代。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李坤哲委员啊。接下来我们邀请萧美琴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先请台铁局长。我们请张局长。局长啊，有关这个台铁普悠玛号，媒体报道要减班啊，减少九班，12月20号开始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特别的关切哦，因为这个普悠玛号是东部连外交通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那如果减班对东部的运输会不会有影响？那你们目前规划要减班的是哪一些班次？那其实几年前在普悠玛号一部分的列车整个移到西部去使用的时候，其实东部居民反弹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一票难求哦，而且没有其他的替代交通工具，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在做班次调整，包含整个夜间养护时段的整个班次调整的过程当中，要顾及到火车目前还是主要的东部地区居民连外的交通工具。好，谢谢萧委员。我们这次要做的微调呢，跟完全都没有动到普悠玛，这首先要声明。好，所以这九班车都养护需求的九班车都不是普悠玛，都不是。好，然后接下来呢？另外我们这次做的微调呢，最主要还是让养护时间带能够增加到5小时。好，这样哦，这也是为了安全考量。好，我理解这个养护是攸关行车安全也非常重要的哦。但是因为过去我们东部还有一些夜间车，那尤其是从台北市10点以后出发的这些车，对于很多东部居民，例如说来台北这个参加晚上的活动啊，或者是婚宴等等之后要回到东部市还有班车，但是现在是已经没有了哦。那这个也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夜间养护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末班车又刚好是这个倾斜式列车不开放站票哦，让这个想要回家但是又回不了家，而夜班车又取消的这些民众哦，其实是权益上面的损失哦，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考量这个要回家的必要性哦，万一这个末班车这个买不到票又要被惩罚，这个对东部居民是非常不公平的哦。那这个末班车的这个有必要的话，是不是也能够调整哦？当然你们都有一些 data 哦，在过去搭乘的这个人数哦，跟这个搭乘的状况哦，如果是有必要的话哦，是不是也能够调整为这个可以开放站票或者是其他车种的这些列车哦，让晚上一定要回家的游客哦，或者是居民东部地区居民哦，还是能够有安全的返家之路。好，希望这部分也能够纳入考量哦。好，那另外呢，谢谢哦，我请那个次长跟公路局长。好，萧委员好。好，次长哦，我们下个年度哦，针对生活圈道路的这个地方的补助哦，在花莲有两项是我长期比较关注的哦，其中一个呢就是先前193线的拓宽哦，从南滨一直到花莲大桥之间的这个拓宽路段，那这个路段呢本来是要一次全部到位跟做完，但是后来因为周边的土地这个飙涨哦，价格飙涨哦，那在政府征收上面可能动作也慢了一点哦，那没有办法这个完成整个路段。现在县政府又提出了第二期，也就是从南海四街到花莲大桥的这一段，那交通部也同意哦，补助4.5亿之多哦，那这个
部分呢，再加上我另外一个关心的就是，这已经好几年的问题，就是花六十四线这个是一个乡道，也就是瑞港公路。那前几年在台风之后，有受到严重的损害。那当时啊，这个行政院也有给予一部分的这个灾后的修复经费哦，是做局部的这个改善，但是。因为这个工程发包拖了一年以上哦，让这个整个路段的改善的进程也是大打折扣。现在要用生活圈道路的方式哦，那我看交通部也同意了要补助2.7亿哦，那这个是做整体的一个更完整、更全面的一个改善。我想这部分也要谢谢交通部跟行政院哦。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因为之前也都碰到一些工程发包延宕的问题，而导致修复的这个时间哦没有办法满足民众的期待跟需求。那再加上前面我讲的这个南滨路。段一直到花莲大桥，也是因为在当初的预期的所需的预算跟到后来执行的时候时程上有一些延误，以导致这个经费不足哦，变成要分两段来做。所以我们在经费的规划上面跟补助上面当然是依照当时的一个需求，可是如果工程在发包也面临到延宕跟时程的问题，到后续还是要重新再面对这个地价飙涨跟土地征收的等等的后续的问题。所以是希望说，我想第一个非常感谢这个交通部来补助这个对地方都很重要的这个工程案哦，但是也希望能够确实做好这个也来辅导这个地方政府在时程上能够照原定的时程，让我们这样非常重要的工程都能够顺利来完成。是我想说这两个计划，因为是补助地方政府了哈，那我们来协助花莲县政府，就说就它的困难，然后公务总局在过去发包比较有经验，它可以做一些协助。好，我想这部分有需要协助哦，那希望不要重蹈过去的所面临的问题哦。好，那个局长谢谢哈、哦，那请次长留步，我再请那个观光局那个周局长一起哈、哦，就是我们现在看还有民航局哦，我们。花莲机场的使用率非常的低哦，我们可以在这个表上看到，这个从102年使用率7.7%到现在哦，这个其实一直减少，到去年才又开始这个稍微有一些升幅哦。那去年有这个香港过去这一年当中都有这个香港快运国际的航班哦在使用。当然使用率还是非常的低哦，所以我们要来检讨这个整个机场的定位哦，以及我们期待它对于带来国际观光客直接来到花莲的一个功能哦，是否有确实发挥。那照现在的数据显然是没有发挥。那我知道在过去这个观光局曾经也提出过各种的补助的方案哦，希望能够构成诱因让国际的航线，不管是外国的或者是我们国内的航空公司，比较有意愿来直飞我们花莲机场，而这也是许多花莲居民的长期的一个期待。我们非常的遗憾哦，香港快运这个廉价航空公司在今年的10月27号以后就停飞了。那我们一直期待后续会有其他航空公司愿意来接手，未必只是飞香港哦，也可以考虑像现在花莲来到花莲游客相当稳定的韩国的游客哦，那过去都是以一日游的形式哦搭火车到花莲来。那我们如果可以透过这个航班的协调跟补助哦，来改变他们的游程的这个进出的整个顺序，以花莲机场作为主要的进出的这个地方哦，对于地方这些游客留在花莲过夜，而不以一日游的方式哦来参与哦，来享受花莲该有的这个慢程哦，这个慢活，还有能够更花更多的时间来。这个体验哦，花莲的人文哦跟文化哦，当然还有我们的好山好水，所以这个航线的直飞变成一个很关键的，能够改变游客旅游形态跟留下来过夜哦这样的一个诱因，同时也对于花莲居民飞往其他国家
包含这个直飞的航点以及后续可以转机的这些便利性都能够纳入。所以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说，我们过去虽然有一些政策性的补助，但显然这些补助并没有发挥到应该有的这个效应。那民航局对于这个降落费等等减免当然是也有做但是显然也还不构成这个降低整体这些民航业者愿意来飞花莲的成本上面的诱因所以我们后续到底有什么可以再检讨跟进一步的来活化花莲机场的作为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次的这个预算审查里面能够反映出来因为你们目前在预算的编列上面还是对于这个降落费、使用费、停留费还是这个有一些看起来是有一些期待会增加，但是如果班机不来，你们收也收不到你们就算是减到很少也是收不到那我不知道你们在预算的增加上面的这个想法到底是如何我是希望说从地震以后到现在的这个减免措施能够再延续一段时间那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鼓励其他的业者那也希望这部分是民航局跟观光局都能够同时用政策性的诱因来促成我们有更多这个花莲这个直飞其他周边国家城市的这个直飞班机是包文，我很快跟您报告一下。花莲快运虽然很可惜，它经营了两年，今年停航。那但是他也特别提出来说，如果诱因增加，他们还是会考虑。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跟观光局合作。那观光局在吴部长的指导下，也已经对这边的限制放宽，包含外籍旅客的人数以及每班机的这个补助的额度，应该都会提升。那这是第一点诱因的部分。那第二点的部分，您刚提到民航局的部分，大概就落地费跟相关设施使用费。今年是全免，不止花莲，连台东也是。那我已经要求同仁说明年以后我们也来考虑这个部分来延续，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问题。那第三个是您提到这个设施的部分设施其实很完善那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因为这边目前国内航线只有 ATR 能使用，所以我们在考虑它没有空桥，所以我们会去先编列运算盖风雨走廊，让它可以直接接到 ATR 的班机。那至于这些外籍航空公司如果要进来，大概都用738以上的飞机，150人以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就是配合观光局增加它的补助。那在前一个月吴部长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找过好多航空公司，目前我们知道是华信已经有意愿，那配合观光局新提出来这个补助方案，应该最近就可以提出来一些新的好，我想如果华信有意愿，我们应该要鼓励那毕竟我们国营的航空公司跟他们的分公司也希望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为那我们观光局，我看你们的包机补助方案也在最近做了一些调整那也希望这些调整除了放宽资格之外，因为过去其实限定外籍游客，但是也希望考量到本国籍的游客，也就是花莲居民，他们要往外飞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实际的，尤其过去在我们连外交通这个铁路一票难求的问题没有改善的一个情形之下，接驳到桃园机场，让东部居民要出国其实成本都非常高，他还要多在桃园机场过夜，要么就是这个出国的时候如果早班飞机，他一定要多停留多住宿，这个成本是非常高。所以我想我们在补助上面如果也能够纳入国人的这个人数来计它整体的这个搭乘人数比，其实也不违反这个我们的整体要促成交通便利的一个基本的精神那同时也可以让这些航空公司更永续的在花莲机场来做经营。所以这个部分我知道你们做了一些调整那这些调整我们就来这个后续希望能够确实到位那到位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再更积极的，既然华信航空有这个意愿那我们就这个观光局跟民航局一起那针对尤其进入到花莲游客的人数也比较固定的，像
韩国、香港、港澳、日本、我们都能够多方面来考量、不一定是每天都飞同一个城市、可以交错来飞不同的这个国际城市、来活络我们花莲的观光，让我们客源多元化的这个目标能够更快的来达成。是，好，谢谢。好，我们谢谢肖美琴委员。好，下一位请林俊宪委员。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王国才次长。林召见好。是。次长好。是。在这次的选举啊，有很多人提到民怨，其中啊有特别指出空屋法。是。那空屋法为什么造成民怨？其中跟我们交通部有关系的，就是老车了。那么老车的问题怎么解决？当时空屋法通过啊，对老车并没有任何的配套条款、所以本席当时曾要求交通部应该要制定老车特别法，或者本席要自己来提这样的相关的法律。结果在10月4号啊，行政院有通过交通部所拟具的道交条例部分修正条草案啊，基本上啊就是处理老车的问题了。那关于老车的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如果依照我们目前的空屋法，为什么会引起很大的民怨？因为以后台湾啊将成为没有任何古董车的一个国家了。那我们来看看啊，交通部如何来处理这样的民怨？如果依照啊交通部送给行政院的这个修正条文，行政院通过了也送到立法院来，是不是这样的？是。好，那这里面呢，交通部是来修订道交条例第15条，特别啊增列了领用古董车的专用牌照不依规定的时间、区域还有路线啊，那么将要来处罚了。那意思就是说，那么以后的古董车将会有一个专用的牌照，那古董车的行驶规定有一定的时间、区域还有路线，是不是这样的？是，是啊，哈。如果你要用这样子来解决老车的问题，也就是空屋法所引起的民怨的话，我认为啊，交通部根本是头痛啊，医脚啊，不是医头啊，你干嘛乱来呢？你这样有办法解决吗？你的配套条例是这么的草率，你这样可以解决所谓因为空屋法对于老车的全面封杀所引起的民怨吗？我来请教市长哦，你定义的老车啊，在你的法案里面啊，你用的名称叫古董车啦，古董车。然后请教你啊，你的古董车的定义是什么？几年的车？35年的车啦。是，你现在定义35年的车啊，叫古董车。对，我跟你委员报告，就是说的确啦，在空屋法里面，老旧的车辆的空屋的这个标准都不符合了。但是的确有很多，就是从这个，或许他们是希望说，这个古董车应该有它的一个这个存在的价值啊，哈。所以这个是交通部为什么来处理这个的课题。但是的确在我们的这个首修的条例里面，比如说它不能上高速公路，在限定车这个区域跟时间、那这个是这个不反对哦，这个可以讨论哦。对，这个就是你就一定的区域时间路线，让这古董车它可以去行驶嘛。现在的确有一个两难啊，就是说一个古董车，第一个当然是空屋的课题，第二个又需要有一些保存，因为全世界有很多这种古董车的这种团体哈、没有错了哈。是，现在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比较辛苦，是不是辛苦了？我说你这个法律可以解决吗？你这个法律里面的定义啊。古董车是35年叫古董车吗？是，好，假设我现在有一部老车啦，30年保存收藏价值，那我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政府的相关检验嘛，我验车不会过嘛，我这都不说假设30年好了，市长，我根本撑不到35年了，是，因为我验车都不会过啦，
所以假设我有一台我保养车况还不错的三十年车，那因为我们现在定义是三十五年嘛，是，所以我明年开始我验车都不会过了，我车牌会被注销了。那么你要讲所谓古董车要三十五年从哪里来？你只能进口啦，对不对？假设我进口一台车况比我手里面这台三十年还烂啊，但是它因为它达到三十五年了，它符合我们古董车的车龄标准，它变成可以进到台湾来，它可以存活啊。但是我的三十年车没办法存活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撑到三十五年，所以你这个规定里面你要出现一个漏洞，就是十年以上的车、三十五年以下的车，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以后逐年提高的环保空污标准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请市长来讲，来，市长，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就是古董车的话，主要是处理，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具有保存没有错啦，保存价值的一个车辆哈、啊。那其他的一个老旧车辆的话，毕竟就是说它的一个排气的标准的话，是由环保署所定的。那环保署在对于就是说老旧车辆要符合相关的，那你定这个古董车干嘛？你定这个车干嘛？好，你先回答问题了。我现在一台车三十年了，你的古董车是三十五年了，对，是。那我三十年，我明年车牌，我验车不会过了。我就被注销了。假设不管我的车辆保管有多好啦，对不对啦？我根本撑不到三十五年嘛。那假设我去进口进来，他满三十五年，他就合格哦，我就可以来申请古董车的专用车牌啊。所以以后台湾啊，所谓的古董车全部都进口的啦，或者是你必须现在就已经有三十五年以上。是。那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民怨，就是十年到三十五年以下这个区块的车主，那他们的车子等于被一个修法给全部封杀掉嘛？是，跟委员报告，就是那个相关的老旧车辆的排气的标准哈，其实环保署也对于就是说这个老旧车辆怎么样来适应的话，其实它有分三个阶段。你现在空污，它有分三个阶段，但是所以说验不过了。对啊，不过他是在不会用那个亚玫瑰嘛，不然怎么会有民怨呢？对，他现在的话他只要提高到四期啊，十几年以上的车就全部，十年以上的车几乎全部淘汰啦。那我现在就是说，那你交通部为什么定这个法？你就希望解决老车的部分的问题嘛？我现在跟你说了哈、哦，古董车它大概有两种啦，一种就是说它有历史文化的意义嘛，是。那有的人喜欢老古董车。的民众，或者是说有些人当成休闲活动嘛，这是一种。第二种，有的人老车是他的生财工具啊，他必须要用这样的老车来赚钱来维生嘛。所以以立法的精神来讲哦，空污法通过啊，十年以上的车逐年加严，那等于民众啊被一个事后，就政府事后在改变规则的法令啊，把他的财产全部淘汰，这是民怨之所在啦。我们立法的精神就是基本上你要有配套，否则啦齁，你政府如何去，那就是民众如何去信任政府。我十几二十年前买了车，我是符合当时的法规，那你后来一个法令把我的淘汰啊，没有法令这么粗暴残忍的啦，通常都是用落入条款，就是说你过时的那种排气污染的车子就不准生产。我们二星城汽车是不是已经二十几年早就禁止它生产了嘛？所以这样的老车它逐年就会减少了。对，你懂我意思？为什么民怨而来？为什么你交通部自己提这样的老车修正法，就是你要补这个民怨嘛？就你根本不知道你提这个法的精神之所在，市长也不懂，市长也不懂。我那上届的话被冲啊！对啊，这的确就是说有古董车的来提这个课题，不过林委提的很重要，就是说他要求这个都要在四期的标准嘛。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达到四期标准，或是他面临一定要淘汰这件事，的确，我想这一部分我们来跟环保署很简单啦哈、哦。对，就是说宪法是保障人民的财产权嘛，你政府不可以任意剥夺嘛。那你现在突然间把它加严，通常都是
让它自然淘汰嘛，就那个落入条款嘛。你这样突然间说，只要不符合新的环保标准，就不准上路。所以民怨是这样来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啊，你政府说你只要符合我的新的环保标准，你车子就可以上路。那问题他就没有办法符合嘛？你讲这么多废话。所以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先进国家哦，说国内啊没有存在老车、古董车的啦，不可能啦。那没有人说这样立一个法，就全部啊，把人民的财产全部拿掉。我再来请教了哈，如果你不是要补漏洞了，如果你不是认为空污法有问题，对老车啦，你交通部不会主动去修这个法了。如果以你交通部啊对法令的怠惰了，你像一个气燃费随车征收改随油征收，你都研究了20年，到现在还没有变，你懂我意思吧？跟另外也不是这样，就是说过去他们对于这个群体，对于说值得保留的老车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现在不行，如果以现在我们的空污法，我们全部淘汰了。对，所以以后台湾会成为一个哦，因为一个法令通过，那国内完全没有老车的国家，就只有我们了。对，这法律有一个叫不可预期性的、啊，所以你不能让老百姓哈、哦、有不可预期，这是立法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当时我们疏漏掉了啦。就是说我当时买车，我现在买车都符合当时或现在的环保标准，那么你在未来某一天你又通过一个法令宣告我这个恐没有办法符合要被淘汰，这叫不可预期性，你政府就没有办法信任政府嘛。更何况这是人民的财产，这受宪法保障的。那立法既然有疏失，现在没有动空污法，你交通部为什么去修这个老车的法令？你就是要补这样的漏洞，可是你修这样是不完整啊！你交通部应该把这个写给修完整，不然本席我就自己来提相关的法了。是那个就是你交通部要支持这样的一个，你不要修一半啊！对，我你现在补漏洞哦，补这样变成另外一个笑话了。是，这边有一个名词叫古董车跟老车啦哈，那我们是希望说古董车是比较保留的。所以我想说，刚才讲那市长又在旁边跟你乱讲话了。中间我就跟你讲过嘛。是。古董车你的定义是几年？35年。35年嘛。不到。假设我的车是33年，我明年就淘汰。我没有办法活到35岁了。对。那个。所以以后台湾你定义的35年古董车全部都进口的了，要不然就是你现在车子已经35岁以上了，信不信啦？这个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就是说他通过试骑大概。怎么样弥补都没办法，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林委所提。你既然要补修法，就想完整再修法嘛。了解。你现在已经送到立法院来，你送这个法令来有什么用？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民怨嘛。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再审查可以再讨论一下。是。好，谢谢市长啊，谢谢市长，因为我时间也到了哈，谢谢主席。好，接下来我们要请陈树业委员发言。好，陈树业委员发言完后是李鸿钧委员，李鸿钧委员发言完后，我们休息10分钟。好，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次长。好，请王次长。车位好。次长早啊。好。今天委员会针对108年度交通部所属交通部及所属单位的预算进行审查。那本席在这边先请教一下部长啊，就是我们随着选举的结束哈，我们地方很多地方就是变天了嘛哈。那接下来就是说，之前很多县市提出的一些重大的交通建设。那新任的首长也都纷纷表示意见哈。目前我们看到，包括台中市哈，这个新任的市长对台中三手线，他表示就是有意要来取消哈。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选举之后，也有学者针对轨道建设的部分提出哈，点出了四大的轨道建设，包括
嘉义县的铁路高架延伸，还有台中山手线的高架，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延伸，还有包括彰化市铁路高架。他认为这四大建设可能是一个前坑的建设，然后是对于这样子的建设表示不宜新建。那这个也牵涉到明年度我们交通部预算的一个编列了哈，所以在这边请教次长，就是针对这样子地方政府对于重大交通建设目前保留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交通部对于明年度的这个预算的编列的态度怎么样？是跟陈委员报，大概这样，我目前的态度就是已经进入工程的，比如成功追正在新建的高雄轻轨在新建的，我们希望它继续进行，不会浪费公帑，然后里面都有困难的部分，我们跟地方来做协调。那刚才所提的这几个啦，像嘉义县或是台中山手线彰化铁路高架，这个有的都是通过这个交通部的这个可行性研究了哈，但是的确在这个审查过程中，地方政府他是有这个权利把它抽回的，但是我们是觉得说这几个计划都是经过这个地方的这个首长或是这个立委哈，因为像陈委员对像彰化这部分也很认真在推动，我是觉得要审慎呐，就说我事实上这些计划送到交通部都有一个很一段时间是在说服交通部的审查委员的过程哈，比如说彰化铁路高架也说了很久，然后通过了哈，那抽尾非常容易，因为这个牵涉到地方有配合款，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地方。但是的确，我的想法就是要审慎，比如说，审查过程这么严谨，否定的过程也要严谨。我大概初步是这么觉得。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重大的交通建设的形成，也不可能只是一个首长个人的一个想法，应该也是经过地方民意的一个汇集，比如说我们彰化市铁路高架这样子的一个诉求，也是地方开过很多场的一个公听会之后所形成的，也是累积二十几年来的地方民意，所以这个交通政策的形成绝不是单一个人来决策决定的。那未来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真的没有意愿来进行的时候，我们中央可以片面去执行吗？应该不会，因为它里面有牵涉到都市计划变更用地跟配合款，如果它不动，我们除非我们全部包下，但是包下也没办法，因为它很多是地方的，比如说都市计划它不愿意变更，土地很难。对，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要有一段时间跟他们沟通了哈，那我们是希望说更审慎来决定这件事情。对，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交通建设的一个执行，应该是由下而上啊哈，因为不可能是由上而下，应该是当然就是一方面是地方民意的一个需求，那另外一方面要看地方政府的一个配合度嘛哈，所以对目前就是说有传出希望暂缓的，或者是说可能要搁置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交通部要赶快去做沟通，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程序。那甚至就是说，地方政府确定他不想要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他们应该有很明确的一个表达，好，这样子让我们中央政府才会比较好做事嘛，好，包括预算的一个编列跟考量，是不是这样子？是，我想，如果地方政府他比如说花文来说要撤回，我们一般只有同意啊，因为它是一个地方跟中央申请的过程嘛，那它在行政过程中间抽回，我们没有理由。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过程，我强调点就是说，过跟不过都按严谨的审查。事实上这些计划事实上交通部都也跑，有的跑好几年在做审查的工作，我一说要通过交通部也很严谨啊，那不要的时候，我也请地方政府在这个在也审慎的来看看，说他不要的原因，尤其是请听一下地方的民意，再做一个决定，这样是好，就是说，所以我们希望交通部针对地方的交通重大交通建设哈，有问题的要赶快去做一个沟通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个交通运输的方式哈，轨道运输可以说是最便利的了哈啊，那应该也是说是安全性相对高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到交通部所做的一个轨道运输的一个统计里面，
好，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们的民众利用轨道运输哈这样子的交通工具的这个人次是越来越高了哈。那虽然台铁我们看到在104跟105年度它的成长率是有下滑，我不晓得说这个部分我们台铁局去做过检讨是什么原因吗？这个是一个问题了哈。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台铁、高铁、捷运在整体的一个运量上，这个人次都是在成长的，所以也可以证明说事实上轨道的运输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趋势跟潮流，也是一个相对重要性的一个交通建设了哈。好，那我现在先请台铁局回复一下这部分，我们台铁局有去做过相关的了解吗？跟委员报告，针对这个运量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内部呢有完整的一个探讨。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数据来看，106年呢我们就有回升了。当然我们会针对我们的需求，包括短中长程的一个旅客的需求，那我们来配合车辆的一个调度，那未来呢我们会朝这个方向，那我们希望提供最好的服务，当然就可以争取最大的运量。是，好，那当然就是说因为高铁通车之后哈，对我们台铁当然有相对的一个冲击了。那我知道我们这几年很努力将台铁捷运化，相信这个部分对于整个旅客的一个人次的提升哈，应该是有帮助的了哈。那我们也看到明年度108年度轨道运输建设的预算编列里面哈，刚刚市长也有做过相关的一个报告哈。那大概就是说在前瞻计划的特别预算里面，我们就有164.67亿的一个预算嘛哈。那在单位预算包括基金等等，那全部总加总的预算是有397.7亿元这样子的一个庞大一个经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于未来哈，就是整个轨道运输的一个需求哈，跟效益上，我们可以包括刚刚我所提到的地方政府是不是愿意在延续前任首长的一个交通政策的一个考量上哈，是不是要再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跟考量？这一波我们最近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尤其那个25号以后哈，就是会让地方政府对于，尤其刚才谈到申请中的计划哈，也会请他们表达他们继续申请的意愿，我在这边会做。但是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还是觉得说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可以请一些专家学者再共同讨论，再做一个决定。是，好，那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过去有关轨道建设的一个审查会的时候，就有学者一直在质疑说，这个未来会成为前坑了哈，这样子的一个疑虑了哈。那我不晓得说，在这个部分，我们交通部怎么去做回应这个部分？像我们一直觉得在，在的确就是说，铁道的本业一般都是没办法回收的，但是我们就希望说，在车站的开发哈。在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比如说在都市计划的配合，对，比如说那个车站本身让它做一个比较高度的开发，然后从这里来得到一些收入，也就是说未来在营运票收一回事，然后从副业跟土地开发的收益里面来得到一些回馈，这样我希望是用这种方式。在日本大概它的副业是占了80%，是，好，那希望就是说在这相关的效益方面可能一般大众比较不清楚，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交通部在这方面可能要去让民众了解这方面的一个效益了哈。那接下来我再关心一下有关这个智慧运输的部分哈。我们知道交通部的那个重大的交通政策主轴就是包括善用智慧创新嘛哈。那善用智慧创新里面的这个智慧运输好这一个项目科目里面，我们这个总经费就是分4年的期程是372.28亿元嘛哈。那我们看到106年的一个预算的一个编列，它跟它的执行率好只有30.27%，好，那所以它的保留数是高达3亿1931万嘛哈。那在107年度一直到9月底为止的执行率只有22.86%，好，那我们看到交通部的报告里面说，在107年度，好，可以将全部的这个计划来执行完毕啊，
就是预估在107年度将这个核定的计划都能够执行完竣。那在这部分，我们交通部的评估会不会太过乐观？我请王参事跟你王主任跟你报告。跟委员报告，第一年106年会执行率比较差，主要是因为那年的预算核定本来就比较晚，所以它一整年来讲，最后能够发，其实最执行率最严当的是给补给地方之后的执行，因为它有经过我们审核，审核之后它去发包，所以真正执行在106，但只有4个月左右，所以大概就是各位看到那样执行率。到第二年，就是今年107年开始，我们已经积极在开始督办。那现在为止，每个礼拜我们都有看到那个预算的那个执行的状况会进来，所以我们预估到了年底的话，大概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记录大概可以到85%，到目前为止，所以已经有大幅的提升这个记录，但是要达到90%以上，可能我们还要努力。那你刚刚提到说106年度是因为核定的太慢嘛，哈，当然这样子是情有可原，可是107年度的执行率22.86%比106年度更低耶。对，那个也是因为我们这个主要的部分还是在地方的那个发包的次序，这地方还是有一些延宕。不过大概所有的计划我们都有追踪，大概在11月底他们陆续都已经要进行到所谓的第二期款的拨付。那事实上我们在今年的预算在核定的时候，我们就有稍微做了调整了，我们会用他今年可执行的月份来去切割他的预算，而不是说让他大笔申举到补助保留，所以到明年来讲我们的保留数会大幅的下降。是，我希望就是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执行率，你们要去了解为什么执行率这么低的一个原因，好，然后要去解决好这个问题所在啦，好，然后确实让这个预算好的效益可以发挥啦。是，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陈树月委员。接下来我们邀请李鸿钧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有请次长。我们请王次长。李院长。次长好。看今年度的这个预算里面哦，我们的税入是499亿4181万元哦，是。那我们的税出呢？212亿5594万元，是，等于是结余286亿，是，好厉害。这是交通部有史以来税出税入可以结余这么多钱的，这个是破天荒的历史啊。那为什么可以剩这么多钱？我说明一下。跟我们报告，我们税务没有看，因为税务我们整个主管编的是581亿，那税出编的是820亿，没有剩余。而且整个中央政府的统收统计，明年呢？因为本部其实也只是代表有些转投资收益，而且整个政府来讲，收和支是统收统支，并没有说单独去算交通部本身的余处，因为我们有些收，譬如像规费都要缴库，所以我们不是本身来算，不是嘛？为什么可以结余这么多？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们既有的很多的既有的交通部该有的都转到前瞻去了嘛，对不对？这个不是这样说，因为那是什么？不是这样说，我不是在跟你辩，我现在在跟你讲政策嘛，我不是在跟你算这个问题嘛。现在说我在问市长，一部分是由前瞻来编，没有错了。你因为可以结余这么多，最主要就是说你大幅的很多的就把它移到前瞻去了嘛。那移到前瞻去的话，你自然你就会结余这么多嘛，这也是事实嘛。那现在好。那我们现在把本来长期的交通部该有的制定的预算的编列既定的里面，那我们把它挪到前瞻去。那挪到前瞻去的意义是在哪里？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个把它用一个比较整体性的思考，然后把它框下来，然后加速来执行的。加速来执行，哦，你现在次长讲到的重点。那我们现在来看，依照工程会针对前瞻的今年7月份的前瞻的，针对交通部的前瞻的36项的轨道建设里面，就有18项是落后的。是，这个可以说交通部在前瞻第一期里面是执行力最差的。今天我们用前瞻特别预算，
这个之前吵得沸沸扬扬也就算了，那你今天把它挪到前瞻来，然后就说可以比较落实的执行，可是工程会这边也提出了纠正，是，那结果这个36项里面有18项进度是落后的。我再举个例子啦，淡江大桥流标了7次，流标了7次，预算从85.8亿，现在是多少？决标的是多少？125亿，124.9亿。对，你留了7次标，到了这个月标出去，结果大幅的预算增加了将近快，增加了将近多少？将近增加了快40亿啊！是。桃园机场 T3，从2020，我们现在预计又要工期延宕到哪时候？2023。原经费。从746亿增加到782亿，光这两个工程就增加了多少钱？更不要看它的其他后面会还会有工期的延长，还会有预算的增加。今天交通部照你的正常的规划，照你的正常的走向，其实在工期上、在预算上的控制，结果摆到前瞻，结果变成是这个样子。跟你有没有？现在前瞻大概我们估是在，年底可以达到90%啦，哈。刚才谈到是7页的资料，那我跟李委员特别报告，前瞻第一期里面工程的部分是多如期进行，它除了大概有两个计划，工程内里面就两个。我现在是依照工程会针对前瞻的69项计划中的24项的。24项的案子里面，这是工程会里面的记录啊。对，我知道。所以他这个36项里面有18项。是我还要这，我还要这，接下来我要跟次长讲，前瞻的第二期跟明年的交通部的工程计划还有多少？你看看好了。根据绿华院的预算中心从105年度的这个决算的预报可以发现到，2016年的办理的14项的台铁计划里面有14项的捷运计划。而台铁计划的14项工程，除了1项已经暂停执行，还有7项是暂停修正，计划是办理修正的，然后办理修正跟暂停比例高达57.14%啊。然后台中乌日的文心北屯线工程在2004年的11月就核定了，总经费是287亿啊，预计2011年完工，经过2次修正延展到2022。然后经费呢，从287亿延伸增加到将近一倍啊，593亿啊，增加了300亿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看到就是预算的增加，工期的延长。是，这个都看到的问题嘛。所以今天真正我们在立法院，我们看到了这一些问题是。你把它摆到前瞻，那你就说好，它的会效率比较好，完全看不出它的效率啊，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忧心的地方啊。啊，次长，现在来讲，前瞻里面的工程列哈，这个20项大概就往前走，现在最延误最多是规划列的了哈，规划列是4项里面有很多都延误哈，但是规划列里面就是说，在的确过去用整体规划的这个方式把它放进来，但是在经过我们审查的时候，在交通部这一边的把关非常严格，所以的确有因为这个把关严格，然后让它规划类的项目是延误的。那我们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如果是这个一通过审查以后，就是往前走，就是比较。我们只是觉得可惜啦，该有的交通部，其实结果你把它摆到前瞻，到最后还不是到交通部这边来。然后你把交通部这边该有的预算挪到前瞻了，到最后整个执行还不是又回到交通部这边来，结果只是在那边玩数字游戏，东挪西挪而已，结果挪到最后，结果工期延宕了，工程经费增加了，所看到的就是这些问题而已啊。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要从怎么样来看啊，就好像刚刚我另外一个啦，这个我们是让真的实在是也要让我们交通部包括我们的委员在这一次预算审查里面真正看到它的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是，包括刚刚我们赵委也提到一个你现在水油就是我们的燃料费汽车汽燃费的问题，汽燃费的问题，水油增车的问题，汽燃费的问题，汽燃费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很简单，就当初贺成也提过，其实以前的交通委员会提过，这些钱是要干什么用的？就是道路道路维护的。对，道路维护。道路维护的。那我用另外一个逻辑，如果我们交通部现在既定的政策是怎么样？二零三五年，我们是全面禁售机车，燃油机车。2040年全面禁售燃油的汽车，对不对？是。这政策对不对？是是。那我问你，那如果这些全部上路了以后，我们的道路维用的维护的费用的钱从哪边来？就说里面现在大概这样，有一个是公务预算嘛，那公务预算里面当然是在这个车公要编列以外，就是过去就是从气燃会里面有一些拨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公务总局或地方。所以我讲嘛，谁如果全部改电动车的，哪来的气燃费嘛？这个要检讨了，就是说过去现在說所以刚刚招委在提的，就是说一个政策的拟定，你的完整的配套，你必须要去好好的去把它考虑进去，要整个套进去嘛。是，你现在定了政策了以后，哎，我们现在定了啊，结果到时候我简单讲，你这些配套都没进去嘛，所以我现在问你嘛，那我们本来征收的气燃费是要维护道路用的，现在征收气燃费完全是零的时候，你道路怎么去维护？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哈，比如说气燃税是变成，比如说能源税，好，换一个名称。所以我讲嘛，你现在这些讨论都还没完成，你就把大框架就定在那个地方。是是是，我还没跟你谈能源政策嘞，你这一些下来了以后，全部都是电动车。对，电动车它现在是怎么样？这个是牵涉到智慧城市，这个在 AI， 这个也是我长期在研究的。所有的人下了班，所有的车子开回家，自己所有的充电的汽车全部充电充上去。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的尖峰时间，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用电的尖峰时间是在中午，天气热，夏天或怎么样的时候。我跟你讲，到了全部都是电动车的时候，尖峰时间完全更改啊。我们会有两波的尖峰时间，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完全是我们现在已经备载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严格的问题。没有新能源政策，你这些电动车全部推动出去的话，这些电从哪里来？是这个我们已经检讨了将近好几年，我们在民间已经检讨好几年了，可是政府的政策完全看不到这个问题，这同样的问题。所以不是一个政策要定画一个目标很容易，你相对的配套如何去把它完整化，这才是重点啊。我也跟市长讲，这个叫专业了，真的是好好的细节把它考虑清楚，好不好？是，这没有。这个真的是拜托了。从这个预算上面看到，真的有很多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从哪边说起的。我在这边再提醒一次啊，这一次国道的警察的这个事故，让我们大家觉得很痛心。监察院也提出纠正，其实我好早以前就讲过了，我们现在的公路养护有20辆的防撞车。我们国道警察是一步都没有，这要赶快去做了，好不好？好，这不用答没关系啦。好，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李鸿钧委员。好，接下来我们邀请陈明文委员。陈委员发言完后，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主席，我们请处长。好，我们请王处长。还有，我们请铁道局的。好，我们请铁道局局长。局长啊，陈昭伟好。好，这个处长局长哈，我想我大概我今天还是要再谈一下嘉义铁路高架化的事情哈。那我记得上一次执行的时候是在执行部长哈跟局长，就是有关上一次嘉义民雄铁路高架化。大概是先政府是10月1日送审的嘛哈，结果是退回嘛哈，没有错吧哈，局长哈，那退回了以后，根据我所了解，县政府又在11月15日，那么将修正后的可行性评估报告又送来了。好，那我就要请问这个局长，那这一次的可行性评估报告是依据我们铁路平交道跟环境改善这个建设，还有周边土地开发计划的审查作为要点来进行修正的。那我是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通过。那我是请教局长，那
现在送来以后，你们什么时候送部来审查？这个意见我已经看过了，已经要签到部里面去了。就是说大概没问题了，是吧？对，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意见出来。就是县政府的整个这个修正意见，大概你都在铁道局都已经初步已经审查过了，是不是这样讲？我们从要点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这样讲？没错哈，所以大概看过完以后，你就会送到部里面。是。那我请教处长，那部里面大概什么时候会审查？因为先送下来，我们就赶快安排来审查。不是大概嘛？你告诉我一个时程嘛？因为上一次你也到嘉义民雄过嘛，部长也亲自去过嘛。那大概我们索尼的时间，局长我上一次希望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你能不能跟我再讲一下？我在讲的话到底你有在敢听无呢？你上次是希望说10月31号底，交通部能够送到行政院。所以现在已经是几号？12月3号嘛，哈，12月3号。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时程10月底已经在 delay 了一个多月了，没有错吧？好，局长，好，那我请教最慢部里面的哈处长啊呢，大概当协商现在完成，就是要设计啊，处长安排怎么说？啊，我好，我是不是这样啊？他们送来，我想要这个月或是一月初来做审查。但是跟陈委报告，的确哈，在嘉义县铁路高架化在审查过程，那个委员的意见，我们必须要再去跟他。不是委员的意见，我们都尊重。是。好，我只是在整个时程的这个流程化。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可行性评估，这个县政府在行政处理上是严重落后。这一点我们都了解，但是总算他11月15号又送出来了嘛，所以原来我们是希望就是十一月底，我们交通部就能够审查完成嘛。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就已经是12月3号，总算要送部里面嘛。那不管怎么样，你总是你交通部你跟我讲，大概我这段时间的心扎，我不会因为现在部长还没有派任，你处长就不能够在这个时程上来跟我答复吧，不会是这样子吧？啊，我跟陈长报告，就说处长不会是这样子吧？这时程应该叫你过来，你还够喜欢的去掌握的吗？对不对？阿亮，就说大概这个月啊，哈，这个月以前我们来审了哈，然后这中间过程我会跟嘉义县政府。好，我今天要在这里再一次处长哦，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断的在延宕哈，我想这个时程上的敲定也是经过部长哈、局长哈，大家一起来做推论的哈。那今天就是说，我们原定的10月30号哦，我们交通部的审查哈，这个时程也又延宕了。那今天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很清楚的告诉处长，能够告诉我不能这个月哦，等于说这个月12月30号以前审查，希望交通部能够审查完成，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审查对安排好不好？好，就是说审查如果通过以后，我们是希望交通部能够送行政院。好，如果通过，我用最快，就说审查，没问题啊。这个月，好不好？好，我想这个月就是12月了，好不好？这个月就是12月了哈，就是2018年12月30号。好，我们来，好不好？好，我想这个，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哈讲完，我想你不会下台了。好，目前好，你不要去接部长就不容易下台。好，所以我还是希望，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哈，今天在这里讲话要算数，好不好？好不好？对，好，那观光局。我们请公安局。好，委员好，赵委好。好，局长，这个今年日本哈，因为地震啊、台风啊哈，所以它的观光人次都骤减哈。那日本北海道的观光振兴啊，这个机构哈，他们提出了80亿的日元哈，80亿的日元。这个的一个补助啊，所以，最近我在报纸、在电视当中看到哈，这个我们国内业者哈也配合了啊，所以，听说这个旅行社哈，刚一上网哈，就全部被秒杀，哦，好像是要过去大概是到北海道是一个人大概要3-4万，现在都2万块不到哦，这一点你了解吧？
没错吧？我今天讲这样没错吧？对，因为国外团都不进来，因为我们自己国，我们自己做这个澳棒的旅行业。先谈这个嘛，所以北海道现在听说还有7000多个人还在候补嘛，可见人家日本的这个啊，这个振兴哈，这个方案是成功的嘛，地震之后的振兴，没错了哈。好，那我要请教这个局长，就我们看日本，那看看我们台湾。那今年我们五月交通部的观光局推出的振兴南湾旅游方案，总共预算多少？我们的预算是一个地方大概4个县市嘛，然后再加上嘉义跟五个县市，嘉义跟再加上嘉义了，后来有加嘉义，对，就五个县市嘛，就嘉义嘛哈，五个县市嘛哈，那总共是4000万嘛，没有错吧？将近4000团客是4000万，还有自由行，总共5000，我算起来就是4000万啦，就是说你们这个振兴方案大概就是有4000万啦哈。那这4000万算起来的话，那除以5的话，就是大概一个县市就是800万了，没有错吧？那你看看，你说日本它是平均是台这个换算台币的话是21亿哦，它的骑乘也不一样，它范围也比较大。对，那我们呢？我们的骑乘我不知道你是定多久，那时间好，那个范围就是这五个县市。那预算大概一个管区才800万呐，800万你也感觉有感吗？有感吗？你认为会有感吗？对，当初的目的不同，目的不同，方法不同，对。然后我们也那个不，我只是说哈，我看到的了哈，就是说，那你感觉啊哈，就这是你们在业务范围内，你们要怎么去推动哈补助方案，这是你们的想法。但是今天人家日本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推出来以后，我想不只是台湾了，我想东南亚甚至于哈欧美大概到日本北海道哈去旅游就会有一股热潮，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振兴方案是有感的。那我只是在提醒你，现在咱即种安尼吼，那要讲到实力吼，就等于迄个那就你这样滴嘞吼。真的实在是无感啦、啊！我是要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讲，咱要安怎吼，让感觉讲，咱是真正对观光哦，这方面确实有咱的新的作为。我在看我们国内的这个，其实这个旅游费用比国外都还要贵啊！这所以嘛，有足侪人是呐，那要出国不爱在咱台湾佚佗，有一个原因呐、啊。我想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应该要去掌握。就其实台湾现在目前全国的全国国内的这些观光景点，观光局在推的一些专案方案，事实上都大同小异，从南到北大概都是一致性的，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特色跟可看度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很多的这个方案的推动还是要钱。那如果说这个方案在推的时候如果没有实质的效应的话我是感觉讲吼，实质的补助其实嘛是一个方案，嘛是一个方式啦。我是觉得局长这个，我们看起来像南部地区哈这种经济弱势的地方，像嘉义这种地方，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产业可以发展。那现在大概就是在拼观光。那现在这个观光的这个产业确实不是很好，目前的南部地区，尤其是阮嘉义县这种观光现在坦白讲，这个也非常的萧条。我们是期待啦，我们是期待，这个观光局能够好好的推出来，好好推出来，好不好？好的，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最后处长，我还是再一分钟我还是再讲一下，来处长请上。好，局长，你再是。局长，这个处长，我想礼拜六我看到了这个大变革，既然会你改。水里程征收哈，这个新闻以后，坦白讲，我都够心惊胆跳。我看起来很多的配套，你们都还没有。这到明年中才会结果啦。我是希望这个都要不想好进程，免先报人知啦。是，免去发布这新闻啦。这事实上还是有很多这个疑虑的地方啦。你说现在。里程你是要怎么用里程来征收？你是要根据什么嘛？
哦，用里程来征收。哦，这不是我较无，迄是讲咧审预算的时阵哦。我嘛唔知影是到底向忽然间头到这新闻啊，所以很多这种哦，你讲你真正感动。迄不是我较无，迄是迄、那个迄讲咧审预算，我委员咧问吼，啊，可能那个记者在旁边有听到，把它记下来的。啊、但是这是一个讨论的过程啊，这是个大变故，所以你要讲清楚啊。是是这事实上还是在讨论过程，现在目前还没有要改。但是如果要改的话，事实上要好好的有他周详的整个一个政策好的一个论述以后，应该要怎么跟社会说明对话，然后改再来改啊。我的这确实有经济问题，要这时间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在这里好。哦在各这个电力厂，而且时代也在变化，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了，好、哦，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有的人是讲哦啊，咱的买单哈、哦，有谁有征收啊？事实上还是很多的问题的，好、哦，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处长我还是建议哈、哦，重大的政策要变革，一定要跟社会对话，好，好不好？一定要有很周详的一个论述。好，基础以后，好，然后再更多社会好沟通以后，才来颁布好我们的政策。好，谢谢先生的提醒，谢谢。好，谢谢陈明文委员，我们休息十分钟。早上的时候，郑宝清委员啊，他说这个桌子的孔是在这一边，然后他那个电线会从这边穿出来，然后那个的桌子的孔是在这一边，他是说可不可以请就是我们两个调换一下？一样啊，你调到那边，调到那边也是到这边啊。郑委员有跟我讲，他想要把这一个啦放跟他一起啦，动根线放在一个位置啦，啊，然后两个就可以调这个。因为那个的孔是在这里的，对了，所以那个孔都在这边的话，他可能说就不用牵到这边。我们跟八个委员会都一模一样的。新的方案，就过来的时候会比较好。过来就是比较好，够大，看到吗？
带上来了。
好，我们继续开会。啊，现在先主办来处理临时提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一，为避免 Uber 与小客车租赁业者违反公路法第34条分类营运规定之情况持续扩大，造成日后执法成本过高，交通部公路总局应依行政程序法第165条规定，就所辖小客车租赁业者进行行政指导，宣示交通部落实公路法第34条规定之政策原则，并提醒合法业者切勿进行违法合作业务，并确实掌握统计违法和合法业者之家数与车辆数，并于一个月内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陈学生、郑宝清、李坤哲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及我们行政单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案通过。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道路标线管理系统，以美国为例，已发展道路标线管理系统，透过系统分析道路重绘优先顺序，建立长期监控机制，并与事故资料库连结分析标线抗滑力与事故频次之关联性。台湾各地道路情况不一，应优先建立起整体管理系统，利用电脑分析各地最适当的 BPM 长期监控。公路总局应当借由公路养护巡查作业，加强标线重新划设作业，避免标线脱落，影响辨识及降低抗滑功能。未来将按道路标线所在区域建立起各区标线抗滑能力及反光强度分级原则，要求公路总局于半年内提出建立系统之方案，并且提出书面报告至交通委员会。提案人委员叶宜津、郑宝清、陈雪生，下面请陈书院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案通过。好，临时提案处理完毕，如有委员对上述提案补签，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好，接下来我们邀请陈雪生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谢谢赵伟哈。是不是请王次长？请王次长。还有航港局、民航局、港务公司、观光局、公路总局，还有高工局。哇，全部叫到，全部出列啊！来，啊，陈委好。部长好哈。次长。刚才早上郑宝金委员咨询的时候说，你当部长有信心吗？这个你不要客气啊，当仁不让啊。代理部长很有信心的。哦，代理部长很有信心啊。不过部长代理部长代理好的话，将来就当部长了哈。好，我再首先请问一下航港局哈。是。那谢局长，谢谢哈。陈委好。航港局每天呢、啊，对台马之星的一些状况啊，大概都有每天谢局长谢谢您把资讯呢、啊，很迅速确实的传递给我哈，让我知道这条船在海上的状况。这条船在验收的时候啊，因为主机里面啊是包住的，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将来如果有一些状况发生呢、啊，但我们也不知道哈、哦。所以这个我有请谢局长这边改天看看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哈、哦，做成一个专案报告好不好？是是。那航港局首先要跟同仁谢谢一下好不好？我想跟委员简单回应一下。是。事实上我们跟
里昂县府也正对这个台马之星做一个这个总体检，做个通盘的检讨。那市长也找出原因出来。我想航港局会针对这个原因的部分，我们会对里昂县府。是的，虽然这条船啊是我们前县长有没有之前的县长做规划设计的，但是施政有它的延续性的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县长也好，我们现在的立法委员还有港务局啊，我们责无旁贷的好把问题找出来，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马祖的乡亲都很关切这条船的动向，还有台马轮哈，也帮忙也注意一下，好不好？是是，好。好，谢谢谢局长哈。那接续请港务公司民航局，陈委员长，抱歉哈，委员长。那个南北干机场改善方案，你们还在持续进行吗？是是。那就是有关这个北干四溪机场的环评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时间可能要三四年哈。是不是请你简单说明一下目前的进度？是，我们希望是跟这个综合规划一并进行啊。是，包委员，我们今年是先进行综合规划的部分，是三溪跟四溪一起评估，评估完以后呢，会根据这样的结果，在明年办理环评，那会以三溪的机场环评先做，那四溪的部分大概列入。因为原来在合约里面没有在工作范围，因为他依照新的法规规定要做水下的调查，那一部分可能也跟二阶环评有关。我希望民航局啊，跟我们连江县刘县长密切的去配合，好不好？是。希望综合规划也好，对这个环评的进度也好，希望速度能够快一点，好吗？是，我们会掌握跟县府的沟通。好，第二个就是有关那个华信航空进驻，马祖的事情哈。华信的机组都已经进来了，现在就是正驾驶的问题，他一定要两个正驾驶，然后还要做模拟机的飞行训练，然后还要熟飞啊，这方面的问题还没解决哈。我拜托局长啊，民航局这边，你是民航事业主管单位嘛哈，是，我希望你责无旁贷的看看，改天找个时间找县长找我，好不好？还有本席哈，一起我们找华航啊。面对面，我们先坐下来聊一下，好不好？是是。好，谢谢局长，谢谢局长。好，谢谢委员。那么，请港务公司，吴董事长哈，吴董，谢谢了哈。谢谢。这个那时候你还没来，郭总经理啊，非常的能干哈。是。我要求有关我们台马轮、台马之星在基隆西二码头那边呢、啊，因为标示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在整个的基隆市里面观光动线里面。把马祖要坐船的西二码头啊，很明确表把它标出来，而且已经完成了。这个帮我谢谢他们了，好不好？好，谢谢。还有西二码头那边的工程，尽快把它做好，因为我们有一些船只常常要靠啊，哈。OK， 那边工程能够赶工一下，好不好？好。另外，再看我们彼岸的福州啊，浪旗哈，浪旗码头、浪旗港即将启动，要取代马尾港哈。那么那个地方的保税区，我们已经看过，我陪县长去看过三四次了，是，他们已经都准备好了哈。但一带一路啊，这个也延伸到那个地方哈，除了平潭之外，浪旗也是其中之一。我希望港务公司，我们明年来看县长要把台马轮，我们要开到浪旗港哦，好，整条大船要进港哈。我想我们跟大陆之间呢、啊、有政治的问题，经济上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一次韩国瑜市长当选市长，你看看，我们就是拼经济嘛。那港务公司你就做生意的单位，我希望你们生意会越来越好啊。是不是能够请你们就县长进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跟县政府啊联系一下，县长什么时候开这条船到浪旗去啊？你们起码要结合海关，啊，海关相关单位，这个你们可以开个协调会，也请陆委会来啊。当然层次不一定要很高啦。你到那边去，起码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里面不只是牵动到马祖、啊，还有金门，哈、啊。你这个物流啊，能够顺畅的话，对金门、马祖、离岛的发展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我请吴董事长帮忙一下，好不好？好，这个好，我们全力来促成。这个你回去要去做好不好？做完以后，我希望啊有个进度表哈、啊，跟连江县政府协调的进度跟我报告一下，好不好？好，是是好，谢谢吴董事长，好不好？谢谢。下面请观光局，谢谢。委员好，周局长，谢谢您的帮忙啊。我们大概去年啊，去年一整年，哦，上个月啊，上个月观光人数进来5000多位，但是大陆来的客人只有240几个人哈、啊。
这个大陆来的显然不足。那你国旅的部分呢、啊？小三的部分，国旅部分是4000多人嘛，4000-5000人了哈。因为现在是淡季哈，这样的人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大陆观光客啊再带进来。我相信啊，慢慢陆陆续续的把港口设施做好哈。那带进来这里面也要有一些刺激的因素啊。我们连江县政府这次提出来3800万，去年是提4000万哈。但是到离岛到国发会开会的时候，原来通通都没有一毛钱都没有了。我想你各县市都有补助哈，那么对这个观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有没有？你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国发会像离岛基金给1000万，交通部观光局给1000万、2000万，那县政府自付配合款是300万，一共2300万，这里面还有差到1500万。我们不能倒退啊，是不是？金门马祖的观光，现在我们尤其马祖啊，发展初期已经有一点成果了。你只有向前行啊，怎么可能往后退呢？这一方面的钱1500万，能不能请周局长答应我啊，把它补齐，好不好？跟陈委员报告，那个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按照国发会的那个决议了。那确实有些短少1000多万的部分。我们到时候再个案来看一下，看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是可以促进。你不要在我们的风景管理处里面去扣钱出来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钱已经有一定的用途了。是是。啊，你不要在这方面去动脑筋。了解好好了解，好是。还有明年是我们马祖第六座风景管理处啊20周年庆，是啊，你可以办一些促销活动嘛，专案活动。像还有很多澎湖的花火节什么都是专案经费给的、啊。啊，你这20周年的促销活动都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是是，还有我们坑到50周年嘛，也可以啊。是是，好不好？这些专案经费多给我们一些钱，是，好不好？好，好。那好，谢谢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谢谢周局长哈。另外，请这个，哦，还有，等一下，周局长，等一下，我们在上海一家举光的。哦，是已经完成了。在举光对，三馆已经好了。是，海馆已经延宕3-4年了。这个案子县政府跟交通部观光局一直公文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我拜托你们好吧，不要再拖了，啊，是谁有问题？县政府有问题还是观光局有问题？那个你们的技术组，我们那个部分好像是要有一部分是造产的方式处理嘛，是不管怎么处理嘛，你总要解决问题的方式啊。前面都已经好了，原来工程经费三管海管是1亿多嘛。是这些修啊，修到9800万啦、啊。是，9800万还有什么问题呢？好，我也了解一下。还有什么疑虑？再开会一次把它处理完毕吧。是，因为我们很支持这个计划了，很支持这个计划。很支持，但是3年了，2年了。你不要等到我都走掉了，你还在支持这个计划，对不对？哎哎，不会不会。拜托了，好不好？是是。这个案子我希望在一个月。好好。一个月以内，好不好？好的。你跟县政府说。我在农历年前了，好不好？委员。好吧，这个拜托哈。好，你请回哈。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公路总局跟高工局，哎，各位请回好不好？啊，请回哈。公路总局、高工局部长啊，南北干快大桥的进度目前怎么样？你回答一下好不好？那个跟陈委员报告，那个交通部已经审查通过了，那天陈委员来，现在在行政院。他行政院，国发会审查也同意了，现在送行政院。据我了解，国发会已经抱怨了。对对对，因为最近在选举嘛，哈。好。那院长也都很忙，报告到位，给我2分钟，拜托哈，谢谢，很快。对。那在行政院嘛，哈。是。好，那院长核定以后呢？现在我的想法是说，那个县政府比较没有能力了，我是希望由交通部来做后续的综合。不是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人少，没有人力相关的啊，人力不是能力，没有人力。现在我能力是很强了，对对，没有人力啊哈。那我是想说，人力不够，对对对，不是公路总局，就是我们高工局啊，这两个。那公路总局在明年是不是可以从公路总局的基金里面先拨1亿出来？当然，我确实数字不知道了哈，由你们做综合规划。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就我们会找出，因为这个整个可行通过来就综合规划，所以我们会让它延续了，不会中断。那只要通过以后，马上来办综合规划这样。因为我想这个案子应该很确定了哈，总统也
亲自告诉我了哈。是是是。那么赖院长也告诉我五次了哈，他说没有问题啊，一定会核定。是是。但核定以后，你们公路总局这边赶快从基金里面看看怎么做啊，是不是？这没问题。上一次我咨询的时候，总咨询的时候，他说部长是回答说，因为你不晓得综合规划要多少钱嘛，是不是？那我们不去确定多少钱，那么是不是秦彦博局长这边大概需要多少钱哈？你们钱那边有吗？有没有？没问题，我们钱没有问题吧？哈，是。那么你要回答我大声一点啦。钱没有问题。啊，钱没有问题，综合规划的钱没有问题吧？哈，我们全力支持。好，哎，谢谢。今天彦博局长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哈。那你综合规划做完以后呢，是不是请高工局那边就帮忙了？综合规划没关系，他们大概一贯啦，是谁做？要执行啊。现在是我们内部最近这几天我把他们敲定好了，就是是高工，因为他们两个都有造桥的经验，好、哦，那现在公总其实是高工局哈、哦，那个我们选一个，那他综合规划跟细设都会同样一个单位来做，环评都同一个单位。因为南北干快大桥啊，我们代理部长哈、啊、是最熟悉的，哈、哦，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涉猎南北干快大桥。是是，而且你对这方面的支持我也了解了哈。是是是，我拜托院长，如果核定以后啊，你们动作快一点好不好？是是，因为这个关系到马祖未来的发展，哈、哦，非常的深远，好不好？是，没问题。好，谢谢部长，谢谢赵伟，谢谢赵伟部长。好，谢谢陈学生委员。啊，接下来我们邀请徐真卫委员发言。主席好，麻烦请市长，好，我们请王市长，还有这个民航局局长、观光局局长。好，民航局、观光局两位局长。啊、徐委，徐县长好。市长好哈，这个我们这个昨天深夜啊，观光局发了一份新闻稿说，说这个来台国际旅客人数哈、哦、提早两周哦，一千万，对，破千万，第一千万个旅客。来到台湾，请问到现在大家听到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以及民生、哦、有感受到吗？我们难道我们中央部会还生活在云端吗？12月1号主计长说这个我们的国内的经济啊、哦、稳定乐观的成长，那但是内部的官员有说我们内需啊，我们所有国人的消费啊，消费率调降了0.3%，等于说我们国内的消费能力是减弱的。哦，所以在这里，感觉上我们中央政府到现在还没有接地气，还不接地气。是，跟徐委员报告。是，你可以看到昨天一千万，我们都没有任何庆祝的心情啊。你们还敢庆祝啊？对对，都没有，我说都没有哈。所以你们看看 PTT， 看看所有的网路骂声一片，怎么还敢庆祝啊？是是是啊，就说，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嘛。我们现在国内要推动哦观光必须要有完善的交通建设。是是。所以以东部来说，宜花东交通建设都不足的。是是是。这您知道？了解。所以在这个部分，今天本席。不往交通建设这边来讲，我以为我每次都讲陆海空，讲太多了，完全没有施出任何的善意，也没有实际的作为，好，所以我们来讲观光的部分哈，在观光，总统说啊，这个需要故事，还有完整的交通建设。现在完整的交通建设，现在请我们的这个行政院，请我们交通部大力的支持，好，但是在这个我们的观光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今年6月份，我们的观光局有提出哦，我们的这个境外包机的这个奖补助的部分，这个方案提出，现在6月提出到现在也5个多月了，已经送到部里了。那到底现在我们现在的状况如何？然后你现在限定的是韩国的部分，好，从20万提高到23万，还不包含日港澳陆菲律宾。这些地区，我想请问一下，你既然要推广境外这个观光，要推广观光产业的话，为什么要对于一些国家来做一些限定？为什么？另外是你的总金额是多少？
你这个方案的总金额是多少？你的适用的地区你是怎么选定的？还有你的适用的期间在哪里？这个期间结束以后，是不是全部这个补助又调降了？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包机的部分有定期跟不定期，好，那么我们这个部分的调整，定期包机的部分确实在部里。没关系，你只要讲。现在六月份送出来到部里去了。对，我们有做一些修正，比较单纯的部分做一些调整。那大概刚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行程，它的奖补助的方式确实是不同。那么我们在这个，譬如说我们在东南亚扣掉，当然是香港跟菲律宾除外。好，那么东北亚的部分。为什么你们要扣掉香港和菲律宾？因为菲律宾跟香港是比较近的，哎，对，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调整。我是讲说，香港航线，香港航线一直以来人家坚持已经飞了两年多了。有那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十月二十七，在之前的这个行政院观光发展委员会里面，我们这里主席啊，是主席也承诺说，十月二十七绝对不会断航。保证一周会有两班，到现在也承诺也没有了。我们一周一班，只要飞一班，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既然国家要去推动我们的观光产业，就应该加大力度嘛。刚才也有委员说，哎，以日本来为例，人家怎么做？那为什么我们国家掌有所有国家的总预算，以及我们交通部负责我们整体的这个国家的交通建设，以及我们的观光产业？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推出我们国家级的政策呢？老是那个小鼻子小眼睛，完全没有这个没有决心嘛。你的总预算，你这个包机补助的部分，你大概的额度是多少钱？你的期间是多少？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对台湾的整个观光产业的发展能有多大的力度？期间是两年，多少钱？本来是107年结束嘛，后来我们就延长到109年。对，那总经费的部分，我们是在按照年度经费来编列嘛，所以108年度的话，所以你这是108年才开始的部分。对对，我们现在修正的部分就是108年度的部分是2亿，108年2亿。对对，那地区呢？地区你还是以韩国为先吗？没有，我们是看实际的部分来做分配。对，我们那个是滚动的，不是固定。你不应该去设定哪一些国家是不行的吗？没有设定。有啊，你现在日港、澳陆、菲律宾以外的地区，你才有办法申请奖补助嘛。不是，我们那个这个报道，我们再厘清一下好了，因为刚委员我没有看到这个报道这部分。好，这个是我们的中央社的报道。十二月这个中央社的报道，你们去看。如果这个消息是不对的，请厘清好不好？好。另外，对于我们现在啊，这个一站啊，一程多站的部分哦、啊，这个我们华信航空啊，这个华航在日本的部分，它内陆线有很多的线，它都在飞。好，那以花莲来说，我们花莲其实在之前，我们大概每2年或3年都有一个花卷，好。跟我们盛冈山这个花镇，对，所以我们希望不是现在不一定是点对点，而是一程多站，让它整个效益能发挥，哦，让它有更多的地方。所以现在您日本航线其实也应该要补助。然后我们来看哈，现在札幌新泻这个是我们现在华航在飞的。总统说要有故事，我现在讲故事给你听。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盛冈山车的部分，每2年办一次，在花莲，对于花莲的观光注意是很大的哦。我们的产业效应。第二个是德岛的部分，德之岛的部分，因为这个日本有很多的德岛是移居到花莲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故事性、有题材性。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的民航局还有我们交通部可以把这个线把它拉起来？我知道长荣有在跟他谈，是，但是你现在华航已经有飞了嘛？是，我们增加一个航空公司，不是机会更多吗？我们活化这个花莲机场嘛？没错，是不是？是，否则我们这个民航局长，林局长很努力，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林航局长站在后面，他也很努力啊，可是他也没办法，他只能说，哎，我机场费不收了。好，减免了，可是呢，地勤的服务费还是一样高啊。所以如何地勤的服务费你没有办法减的时候，你在那个
包机补助的时候把它加进来嘛，是不是局长？是那个我们无论是林局长或周局长都是啊，机场服务费嘛，地勤服务费的部分啊。是报委员，那个机场的部分我们大概都减免掉了嘛？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你公部门可以做的政策嘛。但是地勤服务费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包机补助里面把它放进来呢？是不是？现在每一个航空公司都在说我们地勤服务费的部分，尤其是花莲比台中、高雄的还贵啊，因为我们降落的班机少嘛，所以地勤的服务费自然多嘛。所以在这里你要让他的这个让他的班机能够维持你地勤的服务费，是不是我们公部门的时候怎么样的政策去支持他？我们跟民航局跟航空业者一起讨论一下好了。讨论要有结果，不是每一次讨论然后就没有结果，维持原案，维持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请赶快给本席答案。另外我们的港务局，这个早期啊，花莲港啊，早期花莲港是以这个我们这个商港哈，我们运输很多的这个砂石或者是一些，但是我们在106年开始啊，好，中央已经把它定成我们国际商港，它的国际商港是东部地区货物进出港，还有观光油气港，好，在这里有看到吗？好，我们的这个次长您看到了哈，好。那我们看这个计划是106年到110年的，我们来看看，市长，这可能你要研究一下。这个计划106年到110年有包含花莲港，但是106年花莲没有预算，107年花莲没有预算，108年，哎，连安平港都有7000多的预算了，但是请问花莲港在哪里呢？难道你花莲港要在109年、110年才要做吗？有吗？我请港务公司的董事长。没关系，您先看看次长。是，您要看看嘛。既然我们花莲港定位为我们的这个商港，也是观光油气港，可是呢，对于我们航港基金里面的，通通都没有花莲港的预算，会不会太过这个不重视花莲的吧？现在董事长有跟我讲，106、107都有编呐，哈。那为什么没有呢？他说有编。106、107是没有了，我107年的时候还咨询过，108年依旧没有。106年是编212，107年编112。107年没有，不是在航港基金里面，你是在其他的行政费用里面、作业费里面，但是在航港基金就是没有。你预算书拿出来就是有，你来查预算书就是这样子编。对，跟雪芳，没有就是说。实质对花莲港的建设比较重要了哈。那它经费是刚才是说有编哈，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比如说未来在这个航港基金里面是不是要适当编？他们可能有他的想法。当然要编啊！你别的其他的，你同样是我们国际商港的发展和建设，可是问题是你独独对于这5个商港是有的，被编在第6个花莲港竟然没有。一毛钱都没有在航港基金里面，那你觉得不太过偏颇吗？你告诉我，其他的公务预算也有，其他的5个港公务预算里也有啊，是不是？所以啊，市长，编列预算的时候应该要东西均衡吧？在我们的整个所有的交通建设里面，市长您刚才也说，东部的交通建设是不具足的、不完备的。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到现在还不重视东部的交通，也不会啦。那个学员跟你报告，你上次提到说要改的另外两段嘛，我们现在也在评估了嘛，哈。是。那这个部分是另外两段，哪两段？就是南澳到和平，然后大清水以南的这两段。对，好，谢谢。大清水南，对，好，这两段实质评估了，好，谢谢。现在这样了哈，那个经费是他们在各个商港里面，这个在过去编列的一个方式啊。那如果学员需要，一定要放在航港基金，我再请跟他们讨论一下。他们有各个科，最重要是说那个经费是不是有在
执行是最重要的。你现在从航港基金里面就要再编列预算到花莲港，而不是从所有其他的公务预算再挪到这里来，不是的。你要从这个基金里面去编列才行，这个才是多出来的钱嘛。是是，最最重要就是说有没有在进行这个计划了。我想没关系，这一波我们是私底下再跟学员再做一个。还有，我们对于花莲港的发展，现在是对不起，在一分钟就好。内港休闲游憩区，外港是我们码头码头区，对不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个港务局啊，好，你们现在都在港务公司来规划，但是其实在地方花莲港公司、地方政府要合作嘛，因为花莲港公司才是真正接地气的地方嘛，接地气的地方才能真正去做规划。你现在地方的港务公司没有人力去规划，然后在总公司规划，其实天差地远，有一些规划方案并不符合我们这个地方上的需求，所以我们董事长是不是好在花莲港公司也成立一个规划部门，让专业的人来规划，跟地方政府还有跟我们所有地方的这个民间机构能整合嘛？这样才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嘛？否则现在其实啊，花莲港啊其实是零零乱乱啊，荒芜不堪。报告哦，会员报告。及时的规划案都有请，我们花莲县政府的人好一起参与，好，我了解。那我必要再把那个整个总体报告再跟您报告。我了解，我只是说，本席只是强调，你的规划必须结合地方，还有真正落实位于我们地方整体的发展，大家共创共好，对，而不是你在总公司自己规划，然后自己做自己的。我们会跟。我们花莲县政府收了，是一加一要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呐。我对于我们卢总经理非常的赞许了，他真的是用小小的经费把那个整个花莲港区把它艺术化，真的是谢谢，也在地结合我们在地的艺术家，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作品能呈现在游憩区了。好，在这里，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徐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钟嘉宾委员发言。委员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工作伙伴还有记者媒体吕先生有请我们代理部长。好，我们请王次长。钟委员好。次长好，我就长话短说，直接切入正题。地方不要建设可以给全国人民用吗？我请教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国不是全国电子哈。我们看一下高雄啊，第一个新闻，公共建设最大的风险就是政策改变。在上周我们就看到了台中、高雄市长换人，轨道借用的申辩，市长有没有评估到这个风险？怎么因应？我是觉得，不管谁当市长，他们在申请的过程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奋斗跟评估啊。那我是觉得，如果要 say no 的话，三手线有人跟你说 no 吗？啊？三手线，台中市的三手线，现在没有啊。现在有没有接到任何的讯息，正式的讯息告知？没有啊，都是看媒体报道而已。媒体。好，那高雄的轻轨第二阶段如果停建，假设哈，因为我们看到媒体也是这样讲嘛，那已经补助要不要缴回？我们看高雄轻轨呢，总体需要165亿，中央补助超63亿，地方负担100亿多。那第一阶段呢，已经工程会花了56亿了，第二阶段施工中也要再花个58亿。那如果第二阶段施工中的高雄市政府表示不做了，那请问中央怎么因应？我们是希望他不要做这个决定了，就是说有困难应该是克服他，不是说接受困难。困难可能不是很困难，我们看一下哈。他的困难就是说市长当选人韩国瑜先生说高雄负债太高，他不止轻轨要停啊，连捷运延伸屏东也可能申辩。那我看到一个破碎的心啊，我们屏东的乡亲跟高雄是共同生活圈，今天不是只有屏东人到高雄上班，高雄人也有到屏东上班的，我们屏东线路很多。高雄今天延伸的环线呢，小档案哈，大概一下1454亿，中央呢要帮他出了856亿，地方负责不到600亿，先期规划费8500万给了没？给了嘛，好，那后续的经费负担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市政府如果觉得太重，我们看一看了，要有公道化了。以捷运系统来讲，的确台北的捷运系统它整体经费是4417亿，全部是中央政府
台北市政府和当时的台湾省政府共同分摊。高雄捷运系统的总工程费是1813亿，中央当然出了多一点，66%，地方高雄市跟高雄县呢出了大概18%，还有民间以 BOT 的方式参与，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央到底对台北跟对高雄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高雄目前的捷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台北捷运公司它是完全的，几乎完全关谷啦，99.多%都是由市政府跟交通部还有新北市政府来持股，是吗？是是。那请问高雄捷运公司呢？它现在是这个 BOT 的计划。BOT 的计划有没有关谷？有关谷。那多半是民股。民股比较，应该算，它算是民，算是民股啊，算民营公司了。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盈亏哈，如果高雄市政府的新任市长觉得当选人有些问题的话，台北捷运公司它不是 BOT 案，它是政府出资系统做好了，移交给他营运，他的票箱收入只能够抵他的营运支出。他目前为止呢，他一年可以盈余18.06亿。这里面北捷公司是关谷公司，没有特许的期限，只负责营运，对不对？是是。高雄捷运公司，你过去很清楚嘛？是是。他是 BOT 案嘛？他先前的投资，他要怎么样？他摊还、折旧，还有利息，他还有特许，只有36年。是。他目前票箱收入已经超过了他营业支出了，对不对？是。所以从某个技术上来讲，他跟台北捷运一样，是已经是盈大于亏了，已经有盈余了，开始赚钱了，可以算赚钱。可是如果加上了摊提折旧跟利息，他可能负担很沉重，是不是？是是。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今天呢，我的结论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听到了新的市长当选人，他的决策上认为高雄市政府的负担太沉重，我们当然知道高雄市过去的财政相对于台北来讲，对不起，再一点点时间哈、哦，还有一分钟嘛哈、哦，相对台北来讲呢，中央的确是比较青睐给台北多一点呐，对高雄的支持少一点。那如果未来我们屏东跟高雄站在地方发展的需求说，那未来中央可不可以地方多一点支持，包括未来的这个高铁高捷延伸到屏东的分摊经费，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多帮忙一些？我们回到那一张，目前高捷延伸屏东的这一段思考，它总共是1454亿。如果高雄市认为它负担很重，我们屏东当然不是坐享其成了、啊，我们也会帮忙。那如果这个部分中央可不可以做一考虑？现在大概就是说，不管是轨道，不管是捷运还是铁路的部分，都有一个分担的办法，它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啦。那这个游戏规则在当时地方跟中央申请的时候，大家都会同意那个游戏规则。所以这是高雄市政府那时候都讲好了，如果真的他做不到，那就是拉倒。这个几乎就是说，所有申请的都会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是，然后我们确定，再我来做一个确定。那请问中央要负担的那部分钱，中央有没有框列了？如果已经8500万去做规划，中央要帮地方分摊的、共同分摊的，有没有框列了？对，8500万是规划会，但是我说建设经费，建设计划就是每1400多亿，每年会编，比如说每年会编。对，目前交通部已经有把这样的一个经费需求框列进去了吗？列在你们的前瞻或后续的计划当中吗？就时间到的时候就会编进去。好，对，那我就一个请求，部长站在我们地方，前瞻轨道啊相关的建设需求有地方要负担的，如果该地方政府认为他没有需要，他要停，那我们希望呢中央可以把它收回来，比如说第二条高铁，东部的高铁从新左营经过屏东到台东的高铁，就可以把其他包括其他地方所认为不需要的建设，我们中央收回来做给全国人民用，好不好？我们可以这样检讨了。好，谢谢。需要来做检讨。好，谢谢钟嘉宾委员。好，接下来我们邀请邱志伟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有请王部长。王市长，我们请王市长，然后交高工局赵局长、公安局周局长、民航局林局长。好，请就位市长。邱委员，是很多的重大的交通建设需要中央跟地方政府来合作哈。是，不管在这个经费，或者在技术，或者在执行哈。是，如果碰到重大的交通建设，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不同调的时候，怎么处理？一般是这样，因为地方申请中央都是为了补助嘛，哈，所以我们有一定行政程序。基本上，如果他喊停的话，地方因为有地方有配合款跟都市计划问题，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尊重。如果情势变更，啊，当初评估认为要做，然后我们这个中央也核定相关的经费，如果地方政府假设他认为现阶段再评估认为不需要做，那中央政府该如何处理？我们现在两个部分啊，就是说工程中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完，好，比如说高雄轻轨，我是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完。啊，有困难大家好，那我这直接问你一个例子，是高雄捷运陆竹湖内延伸线，延伸线第一阶段南岡山站到冈山站将近30亿，对，在大概在三个礼拜之前动土，这个部分不会生变啊？不会不会，这一天。好，第二阶段从冈山再往北移到陆竹湖内。这个会有改变吗？这个经费已经核定了哦，对，303已经核定了哦，这个是对广大北高雄数十万的高雄市民是一个很热切期待的重大交通建设。对，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经过很辛苦，而且甚至说很冗长的过程，做专业需求的讨论嘛，那我们是希望地方首长可以多审慎一点。我光是这个议题咨询了50次啊。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说像这个，所以我希望说中央跟地方政府一定要在这个议题上面再充分协助，务必让北高雄这个高雄陆竹高雄捷运陆竹延伸线能够确实执行到陆竹到湖内。这个市长你有没有信心？不是，我是支持啊。我现在是说，因为它有牵涉到地方的都市计划用地跟这个经费分担嘛，所以这个部分，必须由这个高雄市政府做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答案呐、啊。因为答案在他手上。如果是我觉得很多问题要透过沟通了、啊、哈。都沟通，这个问题已经这个持续了十几年了。那我觉得这已经有充分的共识，不管是在谁来执行都有充分的共识。那执行面，我们希望能够加速。没问题。好，那也希望说中央政府能够扮演更多协助的角色。是。那另外哈、啊，请教一下这个民航局林局长，就是说你要积极这个争取国际航线哈、啊。国际航线当然你在北欧，他们这个大概冬天一定会来这个这个亚洲度假啊。我们到现在没有一个航点是针对北欧，泰国有，新加坡有，甚至香港有。我们未来谈判航权争取应该是在北欧五国，是不是有货过直航？北欧没有，从北欧直接飞到台湾，让北欧这些在寒冬，他可以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在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来这个台湾度假。这部分呢、哦，我是给你提醒的哈，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了哈。那另外这个高工局赵局长，赵局长，这个我想王市长也很清楚哈。冈山交流道第二交流道大家期盼已久，对不对？那现在整个方案正在这个做西部的评估，我希望持续，不管未来部长是谁，我希望局长应该不会再做太多变动哈，我希望局长您能够全力支持第二冈山第二交流道。是，这个跟委员报告上个月有跟黄代理局长有当然谈过，他们原则上会再把那个整个论述做写好一点，然后再重新来送件。好，这部分我觉得这个中央政府要协助哈，是这个部分是因为你知道刚刚很多的这个工业区跟一般上下班车辆如果都集中在那个交流道，第一个安全性的问题，第二个长期性的涌塞，好，所以要靠第二交流道才能疏解这个状况，然后提升它用路人的安全。好，另外高雄科学园区的交流道往东延接国道三号田寮交流道，这本来就有一个闸口嘛，哈！我希望说这个交通部能够持续评估高工局的部分，好，我想王市长你也很清楚，是是。这如果把国道三号跟国道一号在北高雄连接起来，北高雄的民众产业可以透过这个交流道直接延伸到国道三号，延伸到这个东高雄这个区域很重要，哈。好，另外最后一个问题，观光局周局长，这个每次讨论到这个小冈山啊，他缆车啊。每次你们告诉我说没有预算，那上个礼拜我遇到这个吴前部长，这个主席我再一分钟哈，吴前部长他说这个观光局绝对有这个充裕的预算来协助，他每次说我要缆车，地方来缆车如果地方财源有限的话，我希望说
这个观光局交通部要支持啊。好啊，你在南部没有一个缆车，我们可以从这个高雄小冈山的缆车，我们有这个啊冈山的天空之眼跟天空步道，每年大概吸引到100万的这个观光客，也是一个国际的这个观光期刊一个重要的这个北高雄的重要级景点。透过这个缆车新建计划，我希望哈，周局长是在预算上面哈，你不要把它限定说啊，这个不要动，这一定是中央这个地方政府。我希望这办法是人定出来的哈，你是不是在预算上面能够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提供给地方政府更大的协助？好，我们看108年的预算审议的部分，我们来一起来再讨论一下。好，谢谢。好，谢谢邱委员。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洪慈庸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们请王处长。请王处长。哎，洪委员好。来，处长好。首先我先跟次长请教一下哦，因为刚刚前面几个委员都有提到哦，这个换了新的市长之后，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嘛哦。那其实这几天哦，从上礼拜开始，我们台中市呢这个新任的这个准市长哦，这个卢市长哦，他针对云山首线也有多次的发言。那我看到次长有一些回应啦哦。那当然这个三天有三个说法哦，一开始说这个不是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先暂停三手线的这个计划。那第二次发言说我没有啦，我只是说缓一缓啦齁。那第三次呢就说如果总统要给我们1000亿，那我当然欣然接受啊齁。所以三天有三个不一样的说法，所以我现在很纳闷哦，次长，你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息是要做还是不要做？跟洪委员报告，就是说三手线是这个整个台中市政府申请很久，然后我们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也经过很多专业的讨论，脑力激荡。那目前就是三线海线都已经通过交通部的审查，往行政院送。那彩虹线的部分是希望说在它那个运距北做一个评估，所以基本上这个案子是在交通部是进行中，然后有三段里面有两段已经通过了。对，好，来，好，所以来，我先问一下次长啊，好，所以你还是没有不知道说我们新任卢市长到底确切的意向是什么，还不晓得了哈。好，来，那我先问一下了哈，台中的这个三手线，就是山海环线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在前瞻里面已经列进去了嘛，对不对？是列进去。好，那捷运蓝线是不是也列进去了？列进去。好，也列进去。所以这两个部分呢，其实在中央的经费上面是完全没有冲突了嘛，对不对？两个是独立的案子。两个是独立的案子，所以没有排挤的问题。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排挤的问题，个别通过就个别往前走。只要地方政府都要做，你们都会一起来支持。是是，对，两个。好，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地方政府了。对，就是政府他地方政府他的意向到底要不要做，你们才会来决定后续要怎么样来编列相关的款项嘛。是是。好，那我再来问到，捷运南线是在9月的时候召开审查会议，10月初的时候你们发出这个核定函。那在这个三手线的部分呢，现在的这个审查的一个进度？现在就是那个交通部通过了嘛，哈，三手线三段有两段通过，已经送到行政院，然后他们在准备做审查。那彩虹线，台中市如果送上来评估啊，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委员的意见，比如说运距别要不要做一点改变，请他再分析一下。如果通过，也往行政院送这样。所以现在到底到行政院了没？到行政院了。到行政院了。交通部已经通过审查了。OK， 好，到行政院，所以现在就是等行政院再召开相关的审查会议嘛。是是是。好，那我要问的是说，因为现在新的政府还没有上任嘛，那照之前蓝线的一个进度，他9月份开了这个审查会议，其实10月份很快这核定函就下来了嘛，哈。那你们预计啦，哈，现在因为不知道新的政府要不要做，那你们这样的一个核定的一个进度，大概接下来要怎么办？你们下一步是什么？他是这样哈，那个这个计划的审查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可行性了哈，那下一步叫综合规划。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说他非常不容易的通过这个可行性，已经出交通部，他也花很多时间来说服这些委员，然后大家也取得共识啊，哈。然后如果是可行性到现在，就是行政院就国发会审查完会送，会有一个建议给行政院说通过不通过。通过的话，我们就接下来就因为前瞻已经框列这一个项目，所以会继续编后续的经费，比如说接下来就是综合规划，然后再让。
来，所以他到国发会的时候，他还是会要求台中市政府要来做相关的一个说明嘛。是是。好，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骑乘接下来会怎么样嘛，哈，因为照现在看起来，你也不可能叫现任的这个地方政府来做一个说明，然后因为你也不晓得下一个政府要怎么做。好，所以这个计划有可能就会往后延。你们在相关的行政院在开召开相关会议，可能就会往后。我们现在哈，大概有件事要做，就是前瞻计划里面要跟新任的县市长取得共识，这件事情我们最近会做。比如说，我们会花很请他表达说这个计划他们要不要继续进行，所以基本上会尊重。那我会尊重地方政府的原因哈，跟宏伟报告。第一个，都市计划在他手上，用地取得在他手上。配合款在他手上，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他的意见了。了解，那所以呢，这一件事情要等到十二月底之后，这个新的政府上任之后，你们才会发函去让他们做确认嘛，对不对？对。好，所以确认。所以现在即使已经报到行政院了，我们也没有这阵子就会停摆下来，也不会再做相关的一个审查了啦。好，我可以这样理解嘛？哈。是，目前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好今天地方政府哦，新的地方政府，他如果觉得说，真的没有那么急迫性、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就不做的话，就暂停，然后暂缓。那这一笔经费，然后因为这个经费，我想报到行政院来看哦，现在目前总共中央要负担的是363亿左右的经费，然后那是不是就没了啦？没有，就是他现在在走这个核定的程序嘛，跟宏伟报告。那我们是需要说这个前面的努力。你如果说要 say no 的时候，也要跟像前面这样努力，然后去评估再来 say no 了，要不然有点可惜啊。好，但是的确，如果他是很挺的话，这个交通部真的是就尊重，因为他如果很挺，因为相关的配合款他不出，然后所以你们就不会再给了嘛？对对，就要停了，就停了。好，那如果之后又想做呢，你们会再给吗？那个就要审查委员再来看看说这个。三心两意的原因是什么？好，所以就是要再重来嘛，哦，如果他后来又反悔说，我缓一缓之后就觉得说我要欣然接受，那我就要再重来整个程序了。因为的确是新的市政府上来要尊重他们现在的想法了。好，来，市长，我想哦，最后我讲一句，就是因为小英总统哦，在前两天也已经说哈，如果需要的话，他也愿意出面。哦，因为他觉得这对台中来讲是一件大事情，哦，他也愿意出面来跟这个卢市长来做一个沟通哦。那我想，交通部应该要走在前面啦，哦，所以你们要跟相关新的政府来做沟通的部分，我们希望你们也积极一点。会，我们会。所以最近又要起了共识，我们进行共识。谢谢洪慈庸委员。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周春米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还是请代理部长，还有观光局周局长、公路总局陈局长。陈局长，周委员好。好，辛苦了哈。那本席今天想要关心的就是我们2019灯会在屏东，然后这也是30年来第一次在屏东，而且它是跟以前灯会不同以往的，就是它是结合水域了哈。那我想大家也很期待在大鹏湾这个灯会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风貌。那之前也有听这个局长跟县府在当时在跟大家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那只是说这次的灯会，我本席还有现在屏东的一些社群网站上面当地的居民，包括东港旁边的这些，大家都担心当天的灯会举办的时候的接驳的问题了哈。那我想，因为这次的地点的选项，因为我们也很期待在大鹏湾办，但事实上它先天就存在着交通上面跟以往举办地点很不同的一些困境啦。第一，它不是离高铁站很近嘛，因为我们屏东还没有高铁，离左营大概也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它也没有铁路，铁路就是比较往北的是潮州，潮州到东港大概20分钟，另外就是林边。那大家也是担心说，到时候这两个车站，尤其是林边，它能不能容纳这么多？那另外就是客运来接驳，所以我想大家之前都已经有重视到这个问题。那因为
选举期间大家可能还没有再深一步再来进一步的了解，那现在离灯会快要举办了，我想大家都是紧锣密鼓上紧发条，我想请教这个局长还有这个周局长跟陈局长，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在这部分提供的你们详细的计划还有提供的一些协助是什么？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铁路的部分以高铁跟台铁到潮州车站，所以台铁的部分会在高铁的左营站去做接驳，那么到潮州车站以后再从潮州车站坐 bus， 这是一定的嘛？对，就是高，所以这是一个主轴，我们公共运输的部分。另外还是公路客运的部分也会从这个高铁车站那边去做延驶或是停部分的中间的，所以就是以高铁为它的延伸，一个是台铁，一个是客运，两大部分。那台铁主要是到潮州站，潮州为主。对，那这部分的路线规划是屏东县政府做，对，可是资源是够的吗？对，因为它的接驳费用跟相较以往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比较多。所以这个主要有三个转运站，一个是东转运站，一个西转运站，那么一个是南转运站。那这个部分他们所需要经费，就在上个礼拜吧，就已经我们有跟这个地方政府也有合议了，就是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光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再深入的检讨，因为毕竟那个车程还是比较远。那公路的部分，我就请陈局长跟你报告。好，陈局长。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公路分两块哦，一块是从这个左营出来的哈，我们可以利用既有的，譬如说高垦线已经在跑了，我们绕一下绕驶进去哦，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个是绕到东港，绕到大鹏湾，绕到大鹏湾。那另外是我们的了解，屏东县政府想要开临时的路线，从这个高铁一直直接到大鹏湾。直接。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会来跟他讨论，如果有相关的亏损补贴，我们可以来按照既有的机制来补助哦。那另外是刚才特别提到的相关接驳的这种费用啊，我们以往对每一个这个灯会的大概都是以600万为上限的方式在做补助，那今年呢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在做处理。是，那另外它还有，因为还有民众自行前往的嘛，那我们了解就是说当地好像还是要再做一个停车场，那这部分那个周局长了解吗？ 对这个停车场部分，就刚刚也跟委员报告，我们跟县政府在经费上做一部分的分担，协助他们。对，总共有九处，对，我想大概就是很多细节还要再深入检讨，大家把这些状况先想起来，不然一个很好的美事，我们怕到时候会有一些民怨。那也就这个机会，让这个王代理部长了解一下，要尽全力来协助，因为这个对屏东是一个盛事，我们也期待很久。那很多同仁也都准备很久了，我们希望去创造跟以前不一样的，结合水域，结合当地的这个产业文化特色来做不同的灯会。我们那个中央跟地方一起来，我们也期待说把屏东的灯会办好，因为时间很赶了啦，所以从有些的一些协调还有准备，可能是要加紧上紧发条来做处理这样子。好，谢谢。好，谢谢周春敏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麻烦有请次长。好，王次长。台铁局局长。台铁局张局长。欢迎好。委员好。次长好，局长好。延续着上个礼拜对于普悠玛这个悲剧的咨询，我说在事故发生前两天，10月18号到19号，你们的主风泵就已经坏掉了。在交通部给我的简报档里面，右手边检修的情况是空白。你们后来有人跟媒体放消息说啊，没有，10月20号其实是有修。请问10月20号修了什么？好，跟委员报告，我们10月20号是进行例行的日检，当时呢有补充了1公升的机油。那所以呢，你们认为10月18号到19号？发生故障，强制停机，然后你们维修的状况是补油1公升，这个叫维修哦？这是主风泵故障的原因吗？补油1公升，这叫维修哦？
这个部分是我们根据我们的日检做的检。当然我知道嘛。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我们机务处长来跟委员？不，我要请局长回答。你上任到现在这个样子，如果还没有掌握状况的话，没有办法被接受。现在我的原因很简单嘛，18号、19号坏掉了，你们20号本来维修记录说没有，结果搞了半天，原来是日行的日检，处理的方法是补油1公升。10月21号出发以前，主风泵还是强制停机，这样子的处理不是在草菅人命吗？局长，你认为10月20号这样的处置是适当的吗？如果10月20号补油1公升就把问题处理掉了，10月21号车出发以前，他为什么会强制停机？跟委员报告了，这个我们当然是要尊重这个检修人员的检修专业嘛。所以呢，你们按到目前为止认为这个检修专业是适合的？我们正在检讨这一部分。正在检讨这个时候，啊，你们到目前为止检讨多久了？你到今天还在检讨？那我再问你一个更直接的，这个主风泵上一次加油是什么时候？知道吗？你不知道，旁边的同仁可以回答。报告委员，我们这个日检是三天一个循环。对，我知道嘛。他如果检修到发现油量减低的时候，就会适度加。对嘛？啊，所以呢，你们这个主风泵是天天在加油吗？还是每三天一次的日检通通会加油？现在我搞不清楚的状况啊，是前面已经坏了，结果你们没有好好的维修，补油一公升。你今天敢站在这边跟大家说补油一公升是专业的维修，那问题来了。10月21号出发以前，不是就强制停机了吗？你今天敢在国会跟大家讲说10月20号补油1公升就算是修好了，那10月21号出发前强制停机算什么？到今天没有给家属任何回复啊！大家都在等你们给答案啊，说要等调查小组，你们调查小组报告出来了以后破绽百出啊，家属完全没办法接受啊。没关系啊，我静待啊。你们所谓在2个礼拜出来以后要详细的报告，来再来问。冷空除湿机，这个有冷却器，6年需要更换，有换吗？有换吗？请局长回答。目前没有，6年还没到。那个，因为目前6年还没有到，所以目前6年还没有到，是吗？来。2001、2002的编组，9月26号进厂，10月27号出厂，做的是6年4A的保养，这个有换吗？有换吗？有换吗？据我们那个资料呢，是我们2001、2002是最近进厂的，我们有出来了，整个模组有换掉，说了，说了，你敢说有换？来。你们这个冷空却器什么时候办采购的？10月25号才开始办采购，你敢跟大家说有换？说谎！我上礼拜，我们请赖处长来。不好意思哦，我上礼拜在财政委员会问这位调查小组的成员，他跟大家怎么讲？说那个没有啦，没有要换。他是循环，没有要换。来哦，看一下。虽然我出示给他冷空除湿有冷却，6年要更换，这个是第0版，你们不要再欺骗社会大众。什么还有第1版、第2版、第3版？仔细看清楚，第0版，6年就要换。结果呢？上礼拜被我问，他承认了没有换。结果你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说有换，是你说谎还是他说谎？然后呢？请继续下去看。他说：“不用换呐，这个靠清理就可以了啦。这个是你们调查小组的成员跟社会大众讲，不用换，靠清理就可以。然后呢，有清吗？有清理吗？有没有清理啊？维修手册上说要换，没有换，硬凹说清理就可以啊，有没有清理啊？结果你们交通部。”官很会做哈，跟媒体放话说没有啦，这个日商根本没有说要检查，所以你们对于普优马的维修是什么？该换的不用换，也不用清理，在做什么保养啊？
圈人命吗？各位委员，我们该换都会换，该清理、啊、那个对不起哦，你这样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该换都有换，刚那个什么时候换的？跟大家讲，料从哪里来的？今天你可以在国会这样撒谎哦！报告委员，我们有十二组的总分账是用模组在更换，用模组在更换。好，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了，我再给你一分钟啊，好不好？我要讲一次哈、哦。你说该换的有换，今天你一个新任的台铁局长要不要为这个答案负责？如果没有换，你下台可以吗？会后马上把资料拿来对我，对你们一而再再而三说谎，我已经快受不了了。你今天敢在这边跟大家说该换的都有换，好啊，今天会后马上拿资料来对，什么时候换的，料从哪里来，你到今天都还在骗哦。委员，我们没有骗你，这个我们该处理了，我们会处理。那我也会邀请同仁来处理。再往下，来，我问你们哦，今天要到台东找罹难家属开协调会的，台铁谁要出席？台铁是由我来出席。你会亲自出席吗？是，请你回去问你们的主秘，前两天。在跟罹难家属的赖群组里面，大家全部要爆炸了。问台铁一堆问题，全部已读不回，全部已读不回。来，赖讲，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这个哈、哦、是所有的受难家属这两天在赖群组问你们的，还 tag 你们的主秘，公文为什么这么晚寄？发了13个人，上一次协调的时候，39位家属参与，每一个家属的血泪控诉全部在里面。结果你们的主秘面对家属的询问是已读不回。今天你下去，我就帮家属问最直接的。今天是下去跑龙套，还是你已经被授权了？针对家属所提出来的诉求，台铁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你有权利全权负责。还是会跟家属讲说，你们的诉求我今天都会再带回去，再讨论，再研议。今天你自己下去，能够做这个承诺吗？我想家属的诉求，我们有在我的授权范围内，我会承诺。在你的授权范围内，所以你今天会清楚的跟家属讲说，如果他们今天提出来的不在你的授权范围，你会清楚的跟他们讲。是吗？我们会在协商的过程跟家属。对啊，但问题是11月的时候。住在台北、住在桃园的家属，请假千里迢迢跑到台东去跟你们协商，去的人没有办法做任何决定啊！大家越来越火大，是怎么样？觉得大家很闲，然后跑去那边台东听你们讲官话，讲完官话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决定。上次那个讲官话的，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秘事故第一时间欺骗台湾社会。说主风泵故障哦，这很少见。现在调出来的维修资料根本不是这样，一天到晚在换。结果现在已经下台的部长在院会总咨询跟我说，他不应该这样讲，他这样讲不正确。这个我们会妥善处理。来，请问市长，这位主秘，你什么时候要妥善处理？主秘有没有来？今天有没有来？没有，主秘今天没有参加。好，那您这个是前任部长给我的承诺嘛？他说他不应该这样欺骗台湾社会嘛？台铁，比如说过去今年大概5次嘛，哈，这种处方问题，我是觉得他们在资料的收集，有时候下面没有提供他很正确的资讯呐，哈。然后想到这一部分，谢谢黄委员这段时间。你要针对黄国昌委员咨询。部长已经讲了，说他要处理啊。你给他说清楚。你现在是要赖账是吗？你有没有要处理嘛？好了，黄委员。人的要叫他们给你资料。人的部分哈，就是包括这。不要叫他们给我资料，资料我都有啦，全部都在说谎啊！给我的资料根本没有换。好了。结果今天台铁局长在上面说有换，我今天开完会等你送资料来啦，什么时候换的？料从哪里来？好，我们。好，局长。你们到最近还在骗哦、喔。好，请你说明清楚啊，局长。没有，黄委员，但就说我们不会骗你啦，但就说他们的资料。我停一下，你们不会骗我。你们骗台湾社会几次啊？不会。前台铁局长，上次你也在的时候，不是说啊才完成6年的大保养，有完成吗？对，没有完成。那个，那这样不是欺骗吗？
我是觉得那时候也没有提供证件资料给局长。黄委员，你后面还有人呢、啊。我觉得最跟黄委员报告，您提的是。啊，你不要再回答了，时间到了啦。OK OK， 好，謝謝。我们后面还有委员要等嘞。好，谢谢黄国昌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好，我们邀请黄昭顺委员发言。主席，我想请那个次长哈。好，我们请王次长。次长，黄委员好。这两天高雄的轻轨跟台中的三手线，是是。那台中的三手线是蔡英文总统自己去回应了，他希望做。是是，所以卢秀燕说，市长说，只要能够有2000轻轨，中央给钱就可以。但是我看的前瞻计划，台中大概如果中央给钱，然后我想那个部分就让台中去讨论。可是高雄的轻轨大概我们已经讨论很久，是，而且我们陆续不断的在这里给你们一些意见，但是你们都偏听。很清楚，高雄铁路地下化之后，我们没有理由从可以鼓山到左营，然后到三民，给我造了一个轻轨。而且这个轻轨是算 B 级的轻轨，对不对，市长？是，对，不是中央路权。你现在 B 级的轻轨是什么 ？B 级的轻轨、没有专用路权，没有专用路权，没有专用权吗？对，专用路权是没有专用路权嘛？对，所以你整个人民，你在高雄很久，你非常清楚的知道，整个尤其是大顺路是我们整个高雄地区的主干道。我要让次长知道，因为事实上这件事会弄得沸沸扬扬，最重要的也是中钢公司的投标厂商特别跟我们提醒，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他们会在我们的主干道做这样的轻轨。好，好，现在这两天我看到你在这里讲说，要韩国人要想清楚，要克服困难跟民众沟通，还是要因为抗议而退缩？市长，你在美术馆路那边还有一个退缩的空间，那个地方是因为有我们美术馆的公园在那里，可是你跑到左营这边一直连接到三民，几乎是完全没有机会。好，非常清楚。好，我本席现在想请问你，是我们现在，我同意你，你继续看，看是我们能不能够现在就从离开就整个北端的这一段把它走地下化。是是是，我跟黄委员报告哈，轻轨在很多国家都是走干道，的确他走干道，他不会突出路面。次长，你不要在这里说谎。为什么我们在应该是南端那边的轻轨？是，当时是因为我们借着铁路的干道，就是那个临港线，临港线，所以我们又为了要免除征收土地的问题，所以那个是临突出我们的地面，所以造成蛮多的车祸，也蛮多的问题出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实。对，但是那一段我们比较上是用什么方式呢？用作发展观光那样子的情形去做，但是我们这一段是截然不同。是是，本席现在要求你的是，大家面临这个问题，你要不要重新规划，让它走地下化？对，黄委员，我跟你报告了，就说北端要不要走地下化，我觉得可以跟新的高雄市政府做讨论。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跟高雄市政府做讨论？就等他们上任以后吧，上任以后。上任以后，但是我要特别讲，那你在走地下化这一段要跟新的市政府做讨论，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小组开始来作业？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还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继续往前，是改路线还是地下化？他现在还没有方案嘛？我会讨论。不过那个，你如果要改路线，你们考虑会怎么样来改路线？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啊，整个就是大顺路跟美术馆路很多市民反对嘛。我想我们这边如果这个高雄市政府愿意，我们交通部有一个这个小组过去看一下，大家讨论一下。市长，你其实是以前我们高雄市政府的交通局长，是我了解。你非常了解那边的状况。了解。我们从开始陈情一直到现在，有多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可以视而不见。所以本席现在再一次的要求你，第一个，反正你现在是代理部长嘛，哈，而且外面说你会当部长嘛，那我就姑且相信你会当部长，那也没关系。但是你非常了解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是不是？我想所有的建设没有空窗期，是也没有等待期。虽然12月24号、25号他们才就职，你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就先筹备？第一个，本席比较倾向走地下化，因为走地下化会让当地而且邻近的这些也可以说人民比较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抗议的行为。第二个，当然你说要改路线，好，你要改路线，你要怎么改？我想主席对不起，我就不占用你的，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先把这个部分先拿出来。好，我想如果说我们可以改地下化，应该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包括你把鼓山那一段美术馆往北移，都有很多人有意见，都有相当多反对的意见出来，所以本席今天先跟你提出来，希望市长你先预做准备。好，以上，谢谢。好，我们非常感谢黄昭顺委员。我遵守时间的。多谢。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孔文吉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一下我们交通部的代理部长哈？好，我们请王市长。好，王市长。孔委员好。好，那个部长，你针对因为我是来自我们原住民地区的立委啦，那我要为我们的东部民众那边有很多我们原住民的哈，包括这个从宜花东都是要帮他们请命。就是普马号18条人命最后呢部长下台了，最后部长下台了，是那台铁局长很早以前就自行辞职，那现在行政院长也来立法院做专案报告，他承诺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人力的台铁人力增补案，就是从10月25、26号开始普马号是由两个人开车，对不对？是，现在还是维持吧。双乘务，对。好，这人力增补案要到两三千人吧，我不知道哈，大概是这样的数字。第二个，成立国家交通安全运输委员会，那这个已经行政院会通过了，它的组织法跟作用法要送到我们立法院来讨论。是，对。对不对？对。第三个，政务委员张景生，他在3个月内要就台铁的整个体制的一个检讨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报告。是，那我现在问部长哈，这个承诺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把它做好？这三个都没问题，没问题。行政院长嘛哈，对，赖清德院长，好，对，没问题，这三个都是。那你可不可以保证这个整个检讨调查报告整个你们都在改善当中，可不可以确保普马号将来不会再出事？各位确保，我目标就是这样，目标就是要这样。所以现在刚才孔委员所提到那个大体检开了5次会议了啦，那里面就是包括尤其是电务跟机务的部分哈，还有公务的部分，也做了这个3组的小组委员又做了很多的建议。那这部分就是刚才所提到3个月会收敛做一个体检报告跟改善的这个方向。好，那院长就是也不让他出事，这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不能出事啊！对对对，你要保障我们东部地区民众的一个交通的安全呐、因为没有办法充分的保障，出了一个普马号的台铁史上的可以说最重大的一个伤亡的事件，是造成部长的下台，所以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深自检讨，
怎么样给我们东部民众一个安全回家的道路了。是是，那另外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公路局的局长有没有来？好，陈局长。好，那个请教一下哈，中横公路，哦，我还是问公路局长比较好。前不久前的、中横公路中巴通车，为什么没有请我们相关的立委参加？你中巴通车，而且给人家的印象是说，那个是配合台中市市长选举以前。后来江启臣委员跟我讲，他说，他也是临时接到丰原客运的通知。我想请教一下，你们那个是怎么开幕的？那中巴通车，我跟通中横公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一天的通车的相关的活动是由丰原客运在办理的，所以是由他们在邀请相关的。那有没有邀请？你只邀请市长嘛？有没有邀请立委呢？这个我们的聊，这就是由丰原客运来邀请，我们也是受邀参加的。那本席每次来这边都谈叫中横公路的一个便道，然后来一个丰原客运通知某某人，林佳龙市长那天去了。江启臣委员也是后面才接到通知，但是我这个原住民立委丰原客运的跟我不熟啊。那我说我最关心的这个中横公路，那我是希望你们要求这个丰原客运，是我们会来哪些立委是真正关心在我们中横公路嘛啊？我给我感觉是有点配合选举操作。是我们那天也是临时接到丰原客运的通知，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会在跟丰原客运而后有相关的活动的时候来做相关的检讨。是，那我们中横公路部长可不可以听一下你的看法好不好？中部横贯公路，中横公路大概这样啊，就是说青山下线目前是通中巴嘛，嗯，那上线现在就是在等待这个整个这个地貌的调查。过了以后就会来施工，那目前大家就说下线的部分现在先跑嘛，看到状况怎么样，然后这个上线的部分等他这个地形地貌调查 OK 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来。我希望我们要有决心，要恢复中横公路以前的荣景。我们希望是好不好，能够针对我们大黎山地区的产业的发展。是是啊，希望部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了，好吧？好，我们来努力。好，谢谢孔文。好，非常感谢孔文吉委员。好，接下来我们郑明忠委员不在，张宏禄委员不在，钟孔绍委员不在，林立华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还有吗？好，我们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做以下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陈欧珀、刘兆豪、严宽能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的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来答复。针对今日的会议，我们做以下之决议：108年度交通部民航局公路总局及所属观光局、铁道局及所属单位及民航基金非营业预算委员所提案截止收件。本周三及周四我们进行预算处理。休息，我们星期三上午9点继续开会。